我们下午的会议就继续开始，我们继续审查106年的环保署的公务预算，那审查到第93案。93案是黄秀芳委员哈，是针对这个他不在哈，那我们先保留。好，那这几天还没宣告吗？还没，87到91还没处理，等一下回头再做最后处理。对，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先处理，就说93案先保留哈，黄秀芳委员还没到哈。那接下来我们处理94案。94案是刘建国，94案、95案两案是一样的啊，就是废弃物管理的部分。那有刘建国委员，还有黄秀芳委员，各有提简列跟冻结。这个部分行政部门要说明，有没有跟委员协调好好的？来，你来说明。那个召集人还有委员哈，还有。大家好，我想那个93案，我们也到委员办公室也跟他们报告了，因为目前来讲，当然这个事业废弃物，当然大家都平常因为看到废弃物嘛，所以有时候一些案件发生之后，就媒体也报道，大家比较容易显见了，不像说空气水可能一般来讲会不像说废弃物，大家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那当然环保署有很多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难免有时候就会有这个弃置的情形哦。那我也比较关心的，就是说这个装 GPS 的车辆呢，为什么装了 GPS， 但是还是有这个会有这个偷盗的情形？我想，因为法规规定是要这样做嘛，因为没有做才能够确定它违法啦。那目前来讲，我们总队跟检警也是一直在进行这个事情，所以希望那个委员能够这个帮忙哈。这个我想。因为这个会社会就本身来讲，我跟大会报告过，本来要提出预算的时候，在这个会管处的预算已经自己就删了900多万哦，那加计已经删了3000多万哦，所以整个预算其实已经减得很少了。那这样子一般基本的工作，他们留在这边再做了。那以上说明。好，来刘委员。那谢谢主席哦。那也请你可不可以帮忙一下说明你的难免的比例多高？难免嘛，对不对？你的难免会发生嘛？随意弃置的这些乱倒、乱倾倒社会弃物的难免的比例有多高嘛？就你们装了 GPS 之后嘛，你说难免还是会发生嘛，对吗？啊，难免的比例多高嘛？我要不要简单跟你可能我附送给你听了哈，然后也给署长做参考。105年11月，云林县斗六市陈竹厂房堆置有害社会弃物。为了躲避检警及环保主管机关的查缉，均选择未装设有 GPS 车辆的清除，再运事业废弃物。105年台南市麻豆区，105年8月，一样是台南市麻豆区，隔一个月，麻豆区就两件了哈。再隔一个月，105年7月，桃园市芦竹区，同月。105年7月，屏东新北乡，104年，等于隔了2个月而已，又台南阿南区又发生了，那其他我们就不谈，我只有讲105年呢，你这个难免的比例会不会太高了？而且是全台皆有，有新北市、新竹县、桃园市、屏东、台南，甚至云林。那个，报告，因为一年产生的事业废弃有将近2000万吨哦，那整个这个清运车辆，他们4000辆哦，所以我想管理政府，假如没有这套体制的话，我想这个会更加的乱嘛。那有这套体制在管理的话，对这个遏制这个，那至于说违法，我想也透过这个稽查，来加以取缔嘛，大概两套这个关键来管理了。不，我现在在审预算，就是说有编这个预算，你们在做这样的执行嘛，对不对？那坦白讲，这个预算如果你们觉得不够，照理讲，你们在内部在争取预算的过程里面就不应该自废武功39万多嘛，好，那你今天还期待说来到委员会，我们不要对你做任何的冻结的或是删除，可以啊，但是你的执行率就是那个所谓让难免会在发生随意倾倒社会弃物的爬线。
它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嘛，而不是在同年106年，然后全台各地皆有这样的一个事况，事情来做发生嘛，应该是这么讲嘛，不然你很大声的跟我讲说，这是105年，换了新的署长之后，我们的雄心斗志都起来了，我们积极的，我们用这样的预算，我们可以把蓝免的那个比例的都降到多少几%以上，所以明年度106年开始，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那个马上可以减到50%，那我连一毛钱都不给你动，你一毛钱不给你删，啊，你蛮敢来讲啊？跟各位报告哦，这个我想，这个能够非法能够骑到，其实也是正面的啦哈。这个假如说没有非法骑到正面的，不是我说会被骑到了。假如说我们没有骑到，其实的话，比如说没有这个数字，对，这个数字大，说不定我们是稽查的。我这是你是出得到呢，啊，你无出得到呢？谢公啊，委员哈，啊，总啊，赵伟，还有我们各位委员，啊，确实就了解这个问题哈，啊，包括在各位委员针对这款废弃物，这确实每礼拜拢有看到这款案件哈，所以确实一直在追查，要啊监督这系统的来处理这问题哈，所以我想这个讲啊，黄建庭联合稽查啊，和这个破案的比例也较悬啦，吼，所以重点是包括讲迄个去化迄个所在。去化迄个管道，我感觉是很重视，我真重要的一部分。我来回有法度技术的，有法度品质上的保证，得到保证之后，相关的单位敢来用这物件，吼、哦、处理过的物件。所以我想这点吼，我想委员呢讲是不是冻结呢？啊，咱来看后边的工作的绩效，用工作绩效，吼、哦，卖讲简略啦。我是感觉讲，因为今天环保署的经费已经无济啊，爱做的代志真多。哦，你咪做了解，你对这真久啊，你做了解。啊，做了无好的所在，爱来检讨。哦，这点呢，我来督促，吼、哦，是不是冻结这部分？啊，那后边该当我来提出这个检讨报告，还是讲这個中间啊，对委员会提出这个进度？哦，即个种种的改革的代志呢，来甲委员会说明，啊，用安尼来处理这個问题。这个问题是真严重，我做了解，好吧？好了，司令，好、哦，这安尼啦，吼、哦。伊是可能是北京主要，你可能因为迄阵子你还袂上职啦吼，还袂登基啦吼。我再要讲吼，环保署于今年3月15号有召开一场记者会了，吼、哦，那特别就宣导列管的 GPS 车辆突破8888辆，哦，好，并声称将废弃物流向无所遁形。即个你今年3月份开个记者会嘛，对不对吼？啊，即卖我拄啊读个对啊，是今年度个哟，今年度你来看已经几件啊对，而且是真侪关系啊，无唔对，拄啊处理讲啊真清楚了吼。即确实有积极哩抓，啊，即我都抓到安尼嘛，但是抓无到，其实上咱唔知嘛。是啊，拄啊处理所讲讲难免嘛，难免也是安尼发生嘛，我咪当接收嘛。所以我讲你伊难免的比例是偌悬嘛。啊，我你啊做书丢以后，咱来关心这件代志，严格督促这件代志，伊明年度。伊我都把迄个南面的比例降来几趴嘛，我何以你讲到唔对？好啦，我无讲唔对吼，我想处长咱上少用减50%吼，做家己做目标啦吼。但是迄个基本量，迄个要怎衡量迄个部分？我头头你在讲这個时候，我咧想讲基数是偌济，吼，基数是偌济，因为你若无破，你嘛唔知是拢总是偌济吼。所以咧50%，我咪咧定义，是因为安尼我咧顿顿唔敢甲你讲，哎好。我感觉安尼，我讲无负责任，所以我先甲包括再甲委员会报告讲，咱先甲规个制度，尤其是去化这个所在，这些是所谓啊，包括黑道，这两项是目前这个规个废弃物处理内底，哈，我都免开本啊，我就一个我无免名声嘛，对不对？我就提我呐，半暝偷到你一个所在，我就一车就几十万，我就提起来嘛，啊，人是变甲咩事？所以非法来掠，所以非无法度讲抢到。合法的诶公司，所以像我讲这两条线拢在进行正常的去化的方法，才爱做保障合法的破案抓来抓关抓来办，才爱做。我是即卖是用这个两个方面吼，包括我们邱泰山部长这环境情拢要加强，诶原因是，所以讲要减几趴，我即卖着技术，我唔知技术，吼、哦，我唔知技术。咁样讲，咱无咱用案件啦，吼、哦，签到的数量，乱签到的数量。回有法度减，我可比讲减20%，我类似安尼吼，啊这，有这技术，这是这每关系吼，每关系环保局会使查啦，哦会使查倒查嘛，吼。所以你的雄心万壮志才20%呢，哎，应该是较侪一淡薄吧，吼、哦。啊，迄、那个技术我拄好是要处长甲你讲嘛，哎呀、啊，我嘛无甲讲伊偌侪技术，啊减来到偌侪嘛，对不对？因为是前期管理较清楚嘛，哎呀、啊。好啦，处长吼，那无你就抬头就对了。
嘛，所长讲话啦，当然我会当甲你做免受这冻结啦，但是你总是甲委员你报告一下嘛，系啊。无啦，我当然就跟委员报告嘛。你哪有掠，当然掠啊较积极，掠物件较济嘛。啊，所以讲我为什么做人在做违法？其实说不定是因为你较积极的掠，这嘛是有可能。所以话委员报告讲，我们这个制度关键的 GPS 的目的。或者是讲要追踪车辆的移动嘛，那我们本身来讲，我们那种设计很多机制，希望就是说预先能够，比如讲这收藏喇叭发现被偷盗过，我们这个系统就会设一个红线区，一架车召回掉，五 G P 的召回掉，对，我们就通知中央环保局讲啊，要要注意这架车追查过啊，对的啊。第二个等于讲，那从这边常常发生这个弃置案的东西，一架过，对的，就会赶快做一个警惕。这个这系统现在做这嘛，预防来做这，对，来做一个管理嘛。啊，所以讲伊若去偷得啊，那以后当然要透过这个稽查体系来怎么，所以应该每个部门大家拢做位来做，安尼才能够减少这样一个弃置量嘛。啊，但不是说我、哦、这个东西做下去以后，对天下病拢无代志，我想个蛮不可能一贴别个拢别拢无，我想这是不可能啦。我不会讲你天下拢会无代志的，嘿，是你家己讲迄难免嘛。哦，啊，你要降低迄个难免嘛。所以咱这条是做预防嘛，对不对？對對對啊，咱预防咱共编一两千几万嘛，敢毋是安尼？不啦，因为委员唔是啦，这个是我迄个 H 三啦 ，H 三啊，无你买过五千块啦，啊，你无一级，无你买过五千块，对不对？这是整个迄个计划，迄内底那 H 2有，这个是事业会去会管理嘛，内底它有十个计划作用啦。是啊，嘿对啦，嘛唔是讲只单做。啊，无你这计划是偌济钱？你安尼讲秘书，感觉出手就可怜嘞。哎，别啦，别啦，没有，那我再过来做啦。我希望讲。因为微管能够支持啊，就是是啦，啊，你要该支持啊，你嘛你要讲一个初步比较，我了解讲你的难免会当降几趴呢？你讲讲一下嘛。这个我来讲微管报告嘛，我想这个制度的目的，吼、哦，这个装这个 GPS 会当在做一晚一整的工地啊，得了，我才讲啊，上一套的啊是安那样嘛。啊，像目前来讲，我们就依照这个轨迹啊，也大概先做一些预防的动作嘛。哦，这个我想是相辅相成啊。所以你还是不回答我、啊，你还是一样没有回答我、啊。看起来吴处长是没有一个资料的母数来做基础啦，哈，因为刚刚提到的今年三月十五号是 GPS 的车辆突破8888辆，那未来是可能要增加，但是高清啊，超过高清啊，那大概是今年比较有查稽查的话，就是刚刚刘委员上面列举的2、4、6、7件呐，哈，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件呐，哈，看起来因为没有基础，所以他回答不出到底要减多少辆。因为以前你看，以前103年才两件，太少了。这个很清楚，这个很好讲嘛。对，你在尚未装的 GPS、尚未开的汽车位之前，对，辉华请到了案件，对不对？然后你用那个量来做母，你装的这个是要达到预防的效果，你可以减了多少嘛？你用这样子，那你讲说这样做了还是难免会发生，我可以接受嘛？那你怎么降低这个难免嘛？不然你不用这么多钱做这样宣导，开的记者会讲的叫做。让废弃物无所遁形，这你跟你讲的啊。所以可不可以用过去的量当做母数来作为减？我想，我感觉讲，那迄个记者会讲安尼吼，有较碰吼，这爱自我检讨啦吼。我感觉讲，这款处理这款的代志，咱讲要100%拢无可能。哎，另外一种像迄个假这个子母车，我再讲台南都有这发生子母车吼，因遐在咱咧电影的巡守队迄款底下看，哎，靠了两台车相换嘛吼，啊有装 GPS 的无载物件，爱家你走假嘛，叫伊家你通报的车的路线，给你绕一圈，让你在监控，哎，就你车子是真的是有绕一圈，啊，但是真的载废弃物的他遭起温了卡套豆，类似这样的事情，我就是对这个事情真的是深入痛绝，啊嘛一点的想办法哦，所以委员，我想卖委员，我在处长这个所在咧想袂出这个 KPI 啊，这个指数了哈，我来想看用什么指标哦，是有法度衡量这个工作的绩效，好唔好？哎，我一礼拜内底吼，我请伊去办公室讲，迄个指标要定。安尼骨铁共存，哎，有一个指标叫我多啊。迄个记者会，我感觉迄间迄记者会讲吼，我无所遁形。没有，没有，所以说对你了解嘛，所以你都已经讲到细节状况先啦。我是讲无前上过的时间，无去讲的时间，不好等啦。我了解，我了解。啊，但是你恐怕到一礼拜要来搞报告，咱今麦有你心理上都不可能。那个先冻结五分之一啦，好啦，冻结原来下工冻结偌济，冻结五分之一，五分之一啦，好不好？好，啊，有一个约束，有一个督促安尼啦，好，感谢啦，感谢。所以我们是冻五分之一啊。那秀芳委员还没来哈，有没有跟秀芳委员沟通过？有这个有共识吗？共识，就是拜会了，但是因为委员可能还要听我们。
哦，好，怎么样，可以吗？也跟刘委员一样嘛，哈，好，那我们就是这两案啊，九四九五就是冻结五分之一，哈，好，那接下来是九十六案，洪慈庸委员所提的有关研修废弃物清理法及相关执法的业务费，啊，这是603万啊，那减列200万，好，这个有跟要做说明吗？减一百是不是？是不是同意减一百？麦克风，麦克风。但是因为目前来讲，因为提案的委员也蛮多了，从这个整个废弃物的整个这个三减，因为刚才还没讨论嘛，现在包几的还没讨论嘛。对，前面还没讨论。也有三也要动的，那现在我是请那个召集人是不是可以帮忙呢、啊？就未来就大家讨论完之后，能够给我们一个哦，这个全部一个是额度嘛，这个来讨论，不然的话，因为每个人也都有陆续有动，而且他们总这个。87、88、89、90、91，这个都有总体的嘿，对，合比带动嘿，嘿，这样子，谢谢啦。对，謝謝，我们待会会整个回到刚刚最总的那个部分还没讨论、okay ，所以现在是各指向讨论。对 对, 對、哦。啊，所以你同意这个洪委员这边动这个减一百吗？这个委员讲能够邱先生讲减台阶，减台阶。好、哦，对了，委员讲说要三一百，这个我想我也没有意见啦。但能够帮忙就是能够再，比如减个50这样子，减个50，这个是没有钱的啦，要有钱。恭贺啊！马进马进，好，那减100啊。好，那再接下来是9798哈，有洪慈庸委员跟林淑芬委员针对资源循环再利用的项目啊，6390万哈，有减列跟冻结的部分。是不是也要一并说明，或是有协调好了？那个97都有跟委员报告过，就是96那个3100嘛，那对97的话是动100了哈，这个哈动300，讲的都不一样哈。还洪委员说动300啊，开始是有去动300了，那后来可能再协调，没关系，就这个我想，因为最后我们是希望大家整个总案再给我们这个。还有林淑芬委员还没讲啊，还没协调哈，来。98我是主张冻结十分之一了哈，冻十分，就是说资源循环再利用，它的最核心呐、啊，其实是要永续循环。那除非是不得已，我们小英政府也在谈循环经济啊，除非不得已，我们才采这个最终处置的方法。可是呢，我们环保署对于源头减量哦，没有定出任何的指标和那个目标。这几年的事业废弃物哦，源头减量成效不但不彰，而且一年比一年还要增加，还要多。我甚至是怀疑啊，是不是成所谓的假城市矿山，旧的这个掩埋场挖出来。然后呢，去焚化炉烧了，空出来的旧掩埋场的空间大了，所以大家便宜行事，还把一些不好处理的，就没有那么的强制要求，然后就直接都，放任他们跑到这个去做这个事业废弃物的这个处理，没有循环利用。啊，所以啊，那根本的源头没有减量啊！这个整个环保的最核心价值是源头减量、永续循环。啊，这款的物件拢无定目标嘛，无定减量的措施。啊，然后呢，一年个比一年个较侪咧单调诶，这个不符合潮流，也不符合环保署的政策啊。所以我们要你做的是说定。定出源头减量的成效指标和减量的措施，你若无定出来，这医生搁互恁啊，你搁逐年计出来，粪扫搁愈多，啊，这要安怎？这个跟委员报告了，因为委员十分之一可以啊， okay. 好，啊无啊，十分之一是手段。起码是在讲你的源头减量的目标、手段、策略、政策引导啊，要定无？
但要诶，有没有定？诶，有没有提出来？一个月内提出，未使一年比一年较侪啊！你为101、102、103、104，一年比一年还要多啊！因为搞诶，无啦，是安那那一年比一年多。搞完 bug 啦，因为我们现在都逐批跟要求申报，因为这是申报量嘛。比如讲，上次有会使用油发生了，我来给报会使用油，像做除以，我来给报除以嘛，所以申报量也会增加，哦，这个也都会增加了，跟委员报告。那我们希望能够产出的东西能够再利用，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了。应该说，比如说，以前你们没有登记，没有申报，没有申报，现在增加，现在是诚实的申报追踪，项目也增加，更增加。这几年也才多了一个所谓的叫做废食用油，一个废食。最近是出，但是那不是关键啊。就会出去包括你讲的超商的，超商大概一定规模以上的超商，你要排放的厨余都要申报，要上网申报，所以就逐步的加严。就是全国的超商的厨余才会增加32吨吗？没有，还有逐步的类似这样的让。到底是为都会加出来啦。那个跟委员报告了，你讲两行嘛，一行你讲，那物件愈来愈多。跟委员报告，侬本来没有要申报，没有要强制要网络申报的，就要求爱，所以本来无报的迄种，因为这个量是。对啦，本来无报，今麦要求要申报有效，有效，有效。比如讲，像油，因为废水有的是安尼。啊，油今麦一年收几栋？今麦差不多六万栋。啊，所以你胡说八道嘛！你现在我看你104年比103年是增加32吨而已呢。对了，啊，你讲是因为金加油出来，是要加6万栋呢。我的啊，就有起有落，我所以讲我。啊，那你是都会减过了万栋。啊，我的。所以你都胡说八道啊！我是举一个例子，是有这个事实。我说，如果你是为了把本来不用申报的变申报了，所以量增加了。那如果是这样，以废食用为由为例，你的量应该是增加数万吨啊。怎么增加的量是32吨而已？对了，啊，种有的企业不一定经起卖的企业都无去啊，都无咧做啊，嘛是无申报。敢真正是安尼？我有统计业报，你受理得来看啦。提供给委员，嘿，对了，嘿。市长上来。这是头头你讲的迄、那个策略和目标量吼、哦、提出啦，好在第样。第二讲你讲这个受理是受理受理这个受理是我来来吼，我提出一个说明吼、哦，这个代志我是一个月底提出来了吼、哦，提出来啊，这个吼、哦、就照。委员的建议十分之一了，好不好？好，因为其他委员在当派系。所以，97、98两案哈，合并动十分之一就动比较多了哈，639万哈。好，所以刚我们再修正一下，97、98动十分之一哈。好，第99案是蒋万安委员提的，有关推动低碳垃圾清理及垃圾车更新相关工作委办费用，1000万要全数减列，这个。有没有跟改主决议是吧？好，谢谢。那我们主决议之后，我们回来看啊、哦，请环保署统计一下哈、哦，有关刚刚从87、88、89、91，这个有关废弃物管理的大总额、大金额的部分哈、哦，1亿2800多万的这个金额到底删了多少，动了多少？还再算是不是？好。因为刚刚王玉明委员是针对87案减100万哈，然后在88、89、90，他说各动了300万哈。那陈曼丽委员刚刚也跟主席这边提到，91案他要减50万啊，动300万。93还没处理哈。对不起，那秀芳在场了哈，我们来处理一下93案，刚93案还没处理。93案是秀芳委员要减列150万跟动600万哈，这个部分有没有跟秀芳委员协调好了？协调好我们就要回来处理87到91的。那个秀芳委员这边有没有沟通好？是有去拜会了，但还没有得到那个很肯定的答案呢。我是觉得，因为刚才提到嘛，就是因为我们会去有3个分支嘛，那有的是总分支在就全部在删，有各分支在删嘛。那我是觉得说，大的看法都是废弃物有问题，比如说像93案来讲的话，这个93案提到，比如说废轮胎啦，还有那个电池的，其实那个自收其实。税收就没有错了，但主政不是会管处在主政，但看到这个也是要删会管处的，所以的话，我真的我也
哎，我只能也不能说说什么话了。哦，这个必有委员的意见嘛，可能比较关心这个废轮胎啦、废电池，但那个是自收物嘛，啊，自收有自收物的管理体系哦。但被人说我们会被删掉，这个，所以我是说，是不是等一下我们脱头来给我们一个总额来处理，这样可能哦比较。因为那个93案是涉及到 H2 跟 H2， 就是我们那个分支计划，哦，是第一个分支计划跟第三，哎，麻烦你们讲了，不用讲了，是要三楼的了。三150万栋1000，给赵伟报告一下。没一起，栋600万。请问起这是新的是吧？这93，这93，哎，九三。过来一下，讲这是限制是全部的是吧？是这个几个93，没有不含93，不含93，已经不含87啊，哦，不含八七八七三一，哦，这是另外的，还没处理，还没处理，哦，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我怎样，我不管，就是这93的防锈钢之类嘛，而且一共要减1000，哎，要冻结600嘛，嗯，而且拢弄多少钱？无，安尼都整个看一遍啦，用有法度听到吗？不。看看大家加起来看要给他动啊，这是要处理废轮胎的，不好意思，刚瞧好了吗？那看委员是不是等一下是不是容许我们等一下一起？黄委员，轮胎吼，恁那个江华一件都我有去看过，嘿，这个真正我唔是讲诶，就是讲环保署的医生其实是少到有够少吼，啊，若是真正咧做业务的迄部分，那有就用冻结啦，用冻结吼，啊，大家来感觉无绩效。都完全不解冻，我一直就会说哈，啊，那有绩效才解冻，卖工抬掉，抬掉先都无多做，都无多做。迄，那个业务的部分哈，是不是？你这是这个做啊，铅酸电池，啊，废轮胎嘛哈，废轮胎，我就讲废轮胎差不多今年都已经处理解停多了，啊，但是讲未来的新的机制哈，确保旧的问题不会再发生哦，这个部分看是不是来用主决议来处理哈，主决议来处理了哈。啊，铅酸电池的保险哪一个单位？说明一下来，许直密哦，那回收机管会许直密，许永先跟委员报告哦。其实台湾的那个铅酸电池啊，回收率非常高，好，哦，依照去年哦，我们整统计量哦，高达93%，好，哦，这个回收率跟欧盟哦，欧盟也是90几啦，所以已经非常高，好，哦，所以这个在这一个部分哦，啊，刚才委员关心那轮胎的部分哦，我们轮胎买进来以后，大概使用周期大概3到4年。啊，磨损的去造的是磨损的耗费10%啊，吼，哦，啊，出口的有10%，啊，阮即卖回收率70%，所以整个吼100%的回收率，已加起来已经达到90%，包括出口磨损跟目前70%的回收率，所以我们提到这两个，其实回收率都非常的高，我们持续都有在注意这个，好，哦，希望让它能够哈。哦渐渐朝向大概去看看，像铅酸电池能不能尽量都达到90%以上报告。删除先拿掉，然后看要动多少钱，让他们来做报告。1/10就600没错啊。还超过他的。好，哦，干嘛1/10？人家写600，你超过了。哎，你1/10把它超过，哎，嘿。好，是，好。啊，动600万呐，啊，嘿，就是那个，哎呦，怎么还有意见呢，啊？不是，只是跟我说明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们回收计划那个执秘也跟各位报告过了，就动了预算是我会管处的本预算，哦，怕不啦，真的，真的，350不冻结，谢谢啦，谢谢，好，可以哈，好，350。好，那再就这样确定了93案黄秀芳委员的这个提案是50万哈。那我们刚刚提到87、88、89、90、91，看起来应该还好啦哈，所以应该可以执行，不用再计算这个总数了吧？那个好，没有，还有啊，那87是王玉明委员建议3-100万，然后再88是动300。然后89案是动300，90案是动300，然后91案曼丽委员的是50%动300。总数，您打的通给我搞不清楚了。对。减350而已啦，刚专门委员已经跟你们，还有专删除的已经350，其他都动的话，你们就是要来做说明嘛。已经动了1800多万呢。
没。我的预算只有1亿2千多万而已，已经超过一成，已经超过。那你们要回来说明啊。对了，没有问题。就是大家对你们的业务都需要继续监督啊。哎，没有把你删除啊，哎，好不好？你不要再讲下去，再讲下去我们就要再。好，我们进行接下来的一百案，好，到一百案了哈。那请大家，哦，改主决议哈，对，杨耀文改主决议啊。好，来进行101案，蒋万安委员针对怎么办理亲近家园购处并。好，过出名要用台语念哈，绿色生活网成效提升计划，这个1700万，来，那要简列哈，来。好，谢谢主席啊。这个计划其实主要是地方基层的声音啊，因为过去几年啊都有办这样子的一个竞赛啊，就是要加强地方的环境整洁，所以办了所谓的。这个环境维护清理的推动计划，基本上这个项目编了560万哦。那主要是在各县市的邻里举办一个清洁的比赛。可是呢，就我所知啊，这个地方的村里长跟我反映啊，当然尤其是在台北市都会区哦，里长是说第一个，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诱因啊。我问说，哎，是不是比赛会提供奖金，并没有啊。第二个，对于里长他们参与这些比赛，他们要花很多时间精力，要自掏腰包。哦，第三个其实并不是说哦，针对好像同一个区哦各里之间来进行比较，所以会让这样的比赛流于形式，并没有达到实质哦改善地方环境的一个效果。所以环保署编的这些预算哦，其实只是为了要消耗，就是核销啦。那办这些比赛哦，真的是流于形式啊！我想不只是我都会区选区的里长这样反映哦，而且他是各个县市哦，挑一个里出来，挑一个村出来这样比赛，也没有一个竞赛的一个基础。你这样子都会区你怎么跟哦中南部的这些村里做一个比赛，对不对？环境整个规划都不一样哦，所以编了500多万这样子来办这样比赛，我觉得哦没有达到实质的效果，所以他们也觉得。办这样子也增加他们的负担，与其这样，不如不要办这样的比赛，不要编这560万，这些也都是民众纳税钱哦。我觉得应该让啊这个改善地方环境要更实质的效果，而不是这样形式上面的办一个比赛草草了事。来说明一下好吗？是。哎，麦克风。我是环管处的处长严绍英，跟委员报告哈。我想，委员之前这个案子我没有到委员办公室也做个说明哈。那因为地方的这个环境卫生哈，确实在过去这几年透过这样的一个考核方式呢，等于是有一点棒子在那边希望各县市能够做好。但是过去因为这几年来就是地方统筹分配管的关系，所以并没有提供给地方比较多的诱因。可是这样的比赛呢，还是会有一个竞争的效果在。那委员也关心了，我们也同意说，在明年的考核的之前呢，如果委员这边有空，或者说村里里长们有空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把一个考核的方式能够做得比较落实简化。以上报告。我想在这也办了很多年了，也不需要再检讨了。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我想逐年啦，哈，我没有全部删，不会说让你这个竞赛不办啦，好，可是我觉得这要慢慢的加强在实质监督的上面，而不要说为了要消耗这预算，你既然编了，然后办这种形式上面竞赛啊，其实没有实质的效益啊，所以我在这边啊，我就简列大概1/10不到啦，5/5不到啦，就简列100万啦，好，那你们还是可以继续办，可是让它办得更精实一点，达到实质的效果。好不好？好，那我们就简列100万哈。好，谢谢。那接下来102案，洪慈庸委员的有关饮用水管理的部分，是要建议简列100万。来，有没有协调好？我看袁处长你就站在那边，因为接下来都是你的案吧？嘿，你有没有说明？还有有没有跟洪委员协调好了？是，啊，怎么样？减100万吗？我跟各位委员报告，也特别跟洪委员报告啊，
各位知道，过去这几年来，饮用水在中央的预算是逐年在减，那现在已经剩下980万了，所以是是预算是很拮据的。那要做那么工作那么多哈，所以是不是恳请委员能够支持哈，就不要减列100万，是不是能够冻结50万，让饮用水的业务能够顺利的推动？以上报告。动100。是可以 好，那我们就动100哈，那也就是加强这个书面的一个资料的提供哈。好，来再来103案，有关王玉明委员的管制考核及纠纷处理。王委员不在哈，那不在我们就保留了，哎，我们先保留哈。早上有跟他协调好吗？三五十有讲好，他助理不好意思，王委员助理在对哈，这样。好，减50 ，OK 了，好，那我们就处理了哈，减50万，好 ，OK， 来，再来是杨耀委员的案子，是有关杨耀委员的，赶快看一下，啊，改组决议哈，好，好，那104案就改组决议哈，那再来是105案，也，好，对，因为他有三案，等一下我一起念啊，105是杨耀委员对这个推动环保标章计划，还有洪慈庸委员的。还有刘建国委员的啊，这总共三个案子都是有关推动环保标章计划。那刚刚杨耀委员是建议这个是3减200万，对不对？减列103万。好，十分之一，好。好，来其他的，好，那你说明一下跟其他委员沟通的情况。跟张委跟各位委员报告哈，有关于那个杨耀委员这边的提案，跟105跟106到107案，包括洪慈庸委员跟刘建国委员，同样针对于环保标章，对，目前来讲，辨识程度或是说整个查核比例上面都有一些意见跟看法。那因为这三个案子是相同的内容，我想我在这边简单的说明一下环保标章目前来讲我们的产品查核的情形。那其实关于查核比例过低。基本上是认为说产品抽验的查核比例过低，但实际上在环保标章的查核上面，不是只有产品抽验查核，还包括工厂的现场查核以及贩售场所的标示查核，也就是整个查核的这个百分比，加总之后呢，我们整个在掌控台湾国内环保标章的产品，它其实从103年开始，它就已经超过50%，104年大概有达到65%。那今年度我们一样继续委办计划里面继续在做查核当中，所以在查核比例上偏低的情况，我们大概可以了解的情况是如此哈。那因为这个是02的金额里面只有900多万而已哈。那假如说一下子减列到100。就是各个委员所要检列的金额，包括刘委员这边有主张说三百万，或是洪委员这边主张100万，我们的金额很少，但是查核上面我们就占了大概400多万比例，所以因此希望说委员这边可以同意，我们是不是改成主决议，把我们整个查核的情况让委员了解，那我们这个案子可以不要检列相关的金额。以上说明。来，请洪委员还有刘委员，啊，来刘委员。来挑战。谢谢主席哦，新科处长，我要去删减这个预算，我想委员一定有他的基本上的一些概念了哈，跟了解。那这个预算，我要跟各位提醒哦，所以咱这边新北省跟较早无共哦，这种大处理嘛，现场转播哈，是，好，所以大家应该对自己的业务要很熟悉嘛。就刚才像那个处长要讲说蓝棉，他那个蓝棉一直没办法跟我解释，我就觉得他血垂到亏了哈。我刚才跟我导一听，你刚才讲说查核的比例你是有在增加嘛，对不对？104到115增加多少？105现在还没有查核完毕，所以我没有办法说明。但是在103到104是有从应该是52到65。好，增加13%嘛，对不对？好，然后这是查核比例。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去认证的环保标章的这些产品。还是旅店，还是什么？你的成长比例又是什么样？你就从100年到104，这样就好。跟委员报告哈，有关于刚才，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讨论这个是环保标章的部分。那刚才跟委员私底下沟通的时候，委员希望了解的是环保标章。那我们刚才拿到一个资料哈，从99年开始，5889件到105年是13270件，所以整个你怎么现在105年的资料就可以出来了？
刚才查核比例，我问你，你说105，你还没报完。统计到现在为止啊，那刚才查核比例也可以统计到现在啊。那因为我手上现在没有那个105年度的查核比例。那你的幕僚不够强啊。嗯。好，我们会加强。好。然后呢？然后呢？所以委员刚刚有想要了解，就是说到底环保标章的整个数量比上面是不是往上呈现趋势的成长？对。对那因为我刚才因为委员刚好在讨论其他的事情，不然我要把这个图示给委员了解。其实成长的情况哦，因为环保标章其实非常的早，从民国81年、82年就开始，从5件开始成长到现在是13270件，所以它那个成长比例是非常清楚的。我就知道了，你如果要从开始做一直到现在，当然成长比例是往上走的嘛，对不对？但是我是说你这几年来讲，对，你最近这几年来讲，好，那从100年开始是7089件，现在已经到达13000多件，所以成长百分比是1:1了，已经1:1，对对，百分之100成长一倍了，对对对，是达到了效益，查到的效率，达到了效益的，对，很，来，赶快幕僚救一下。应该是说，我们其实目前来讲，我们其实有把绿色生活与消费，目前来讲是我们管好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那我们最近其实也推了一个环保集点的方式，把我们一些绿色生活消费的习惯以及民众的生活消费习惯做结合。对。那我们希望透过环保集点这个工作，把我们绿色商品的这个推动推到极致，就是让后续呢，我们透过我们在生活上面的这些消费，包括这个交通工具。的载具，大家来乘坐这个交通工具，减碳的观念之下，甚至于在购买可以去对点的时候，购买这个环保标章的产品跟这些绿标签的产品，那我们大家一起来集点，变成说环保集点是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目标值。那未来后续呢，绿色生活跟绿色的商品就会真正的结合，大家就会非常的清楚了解什么叫环保标章，什么叫碳标签，什么叫做碳足迹。那所以效益上面来看的话，我们是认为说，最近我们是把整体的状况做一个整合啦。对啊，你效益的指标是以消费，个人消费累进多少，厂家消费累进多少。我们目前来讲应该是，整个加起来600多亿。什么东西？消费行为整个加总是600多亿啊。加总600多亿是累积从80年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整年啊？一整年就600多亿。对对对。好，你的一整年是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所有产品，绿色商店、绿色产品、绿色采购、okay、绿色标章等等。600多亿是105还是104？我们现在105还没有统计出来，好，所以是104嘛，对不对？好，现在这个是统计到104，是那103多少？103，400多。400多，好，是哦，成长50%，那也不错了哈。那102呢？再往前，知道吗？102年度600，所以你的600有增有减，对吗？是103掉到400嘛，是，对不对？然后104再跑到600多嘛，对不对？是。好，那你什么时候当处长的？11月3号。11月3号，好。那你明年预估你可以达到多少？还是一样，还是一样六，还是一样。小处长，我说。胸无大，你说600亿的部分，啊，说我们的成长比例是不是？对，成长比例。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可以逐步的成长啦。对了，那但现在的话，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初步的统计数字到10月份左右。我不好意思，我求情一下哈，求情。那个前处长哈，因为一坐过来当了哈，就这个绩效部分，委员在追寻这个绩效的指标怎么定？现在以这个绿色消费600亿哈。为什么会有说600亿降到400亿再回到600亿？这个那个400亿很奇怪的事，你是不是说明一下？啊，这个觉得没有办法了解。那个减到50%的呀，哎呀。是那个政府的绿色采购网。那你要先讲103年是你在当处长吗？对，啊，那102年是不是一样你在当处长？对。哦，那还好。102，然后到103，后来那时候为什么会降哈？Okay。 主要是，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预算减少，大家去采购的金额减少，哦，那政府不配合，不是啦，因为真的是预算比较少。好，好，然后104年增加600多亿的政府配合了，不是，那个是民间采购的增加。那民间采购，像比方我们的汽车、机车都有环保标章，好，所以民间的金额增加，再加上我们有环保旅馆呐，啊，好。
绿色旅游啦，好，所以说环保旅馆跟绿色旅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证开始实施？绝对不是104年吧？对，可是我们积极要求地方去加强推动，所以以前都不积极。哦，没有啦，不是我想署长跟委员都会想要了解说，102是600多亿嘛，对，103为什么掉下来剩下400多亿嘛？那104又变成600多亿嘛，对不对？对，那你讲103是政府预算删减嘛，预算不够嘛？那104增加的时候是民间扩大参与嘛，积极嘛，没错，所以你公司为什么现在做派五位了？没见，确实就是民间的绿色采购。增加，像比方我们在办企业环保奖，我们也是要看民间对于绿色采购的绩效，也是里面的一个项目。好，我求情一下啦吼。无啦，你卖表情啦，你我秘书，我要讲安怎咧？哎呀，都怪我会感觉嘛。对，今后这转折期啊吼，一个交接这么无两礼拜嘛吼，难免新的啊一寡所在还未完全接手吼。是啊，所以我唔只需要来倒讲一下吼。啊，但是这个讲，我想讲，这个从600亿到400亿到600亿，这中间的里面的项目内容的变化，我们来整理一下，送给我们委员会啦。好啊，但是我这样的一个绿色生活是全世界的潮流，我们要求环保处来。专门借代金一直被加强，好不好？啊，譬如说，我们就明年，譬如说，以增加个20%，类似这样一个目标来变下去。啊，过去那些这三年一些变动，详细的项目，哦，就汽车降了这，立冠降了这，电器家电用品样降了这，提出报告，安尼大家较清楚，好不好？安尼有法来处理。你讲我，我就接受啊。好啦，拜托拜托，哦，安尼就做成一个主决议来处理这代金。所以伊今嘛我新处长就是爱加嘛。对对对，一控那么一控属升啊，是一控控。喇叭乘以1.2啦。喇叭乘以1.2了。哎，好不好？好，喇叭乘1.2，好不好？有安尼努力，好。因为这好，来请王处长再补充。好，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之前其实跟杨耀委员那边讨论的过程中，他其实有要求我们，他是要坚持是103万啊。好，那所以他人已经不在了，你就不需要再提到他嘛。那刚才会议室主任共同提案人，拍谁？拍谁？会议室主任，拍谁？对啦，是啊，他有提醒我要帮他坚持这一点，帮他坚持，坚持三。啊，你输掉你求情欠着人，我是不要甲安怎嘿，我是甲希望讲，我是不，我是甲希望讲，也当往新的出掉可以在网上累积啊，吼，那个没有要删减呐，嘿，对，好，那所以就是杨委员这个103万，是不是？这是我刘杨委员交代了，所以不能跳票。哎，听起来吗？杨耀的助理在不在场？杨耀委员的助理，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飞机下飞机，我们通常就三个两百，剩下都撤案。真的哈？真的啦，我那天我没空。那洪委员也还没接受，洪委员可以了哈，怎么样？对啦，我请他助理再次确认了，嗨，好，那我们这一件是不是三个案子并案，然后撤103？可以，就减103，好，是吧？哈，对，刘委员可以了哈，少删一点点了哈，没一点了哈，但这样就没有主决议，还是有主决议？不，就删了，哎，哈，好。这三案就是105、106、107，三案就是统三这个103万，好。杨耀委员有提到不含劳动派遣人力办理工作经费，好。好。来，那进行第108案，也是刘建国委员的这个有关公害纠纷损害赔偿事件的责任裁决哈，要动300，改成主决议是吧？好 ，OK， 好，那改成主决议。那接下来是109案跟110案，109也改主决议哈。那现在剩是这个110，王一鸣委员不在，要保留吗？有没有协调好？王一鸣委员的有协调好，来，你说明一下。委员他是认为，
还是要减，所以说，而且我们本来希望他能够减200，可是他还是希望减300，减300，嗯。是哈，王委员的助理也在场，确认这件事。好，他有一个书面资料了。王委员是不是有一个书面资料？是不是王委员是不是有书面资料在？哎，早上我有看到啊。哦，好，这样。确认，好。王委员是啊，对对对，就是这个资料，哎，对，减三百，对，好 ，OK， 来，那确认哈，因为王委员早上有拿给我看过了哈，好，对对对，不然我会乱掉，好，那这个部分没问题哈，好的，就110案就这样，对，因为从110一直到114，哈，都是物联网相关的，哦，好，所以我们先处理下面的一并回来处理，是不是？好，我们接。那我们110案，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哈。确定，哦，不一样的是不是？不一样的项目哈。先111到114。好，那我们110案就是确定300万哈。那从111到115哈，都是有关环境品质感测物联网发展部件及执法应用计划，有林静怡委员、陈颖委员、洪慈庸委员、杨耀委员跟王一鸣委员。对，我们也都跟委员办公室这边谈过哈，原则上就是应该是并案，然后删除，一样就等于是300了啦。本来是起先我们在谈的时候是希望300了，嗯。好，对不起，那这个啊，并110案了。这都是物联网的计划吗？王一鸣委员的是物联网计划吗？对，是啊，对。哦，是啊，对对对，王一鸣委员的这个案子也是，嘿，也是那个物联网的案子。好，好，所以不晓得各位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就是从110案一直到115案，都是物联网的案。合并减300万，对，可以吗？没问题，我们就确定了哈，减300万哈，好，好，来进行到116。招委，那个115万是动200。哦。是。啊，对，第十目不一样，是不是？哦，好，115这边是动两百，对，是是，好，对不起，那我们修正一下哈，115案王一鸣委员的是动200，好，因为不同目哈，好，那这样，好，等一下我们快进行到116案，那是刘建国委员的提案，这个部分有没有协调好？我们是有跟刘委员这边报告说明，那我们是期望能够改成主决议，改成主决议，来刘委员，谢谢主席，我也是希望可以让你改成主决议，但是这个内容是不是在？因为我刚才才看到这一份资料了哈。那这个是你们未来要朝向整个环境品质感测的这个物联网，还有部件及执法的这个应用计划哈，缩写资料。这个地方其实台湾长期以来受到 PM2.5 等了哈，这些有机化合物的污染。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这个监测站扮演着一个最好的一个监测的这样的一个强化这样的一个功能性哦，所以这个报道里面我看到国家级有76站，地方测站26站，加特殊工业区测站15站，大型国营企业测站72站，我就讲这三个部分就好了。嗯，什么时候可以达成建制？
国家级测站76站，还有区域性的测站网，有分地方，有分特殊性工业，还有大型的国营企业。国家级的测站76站，现在我们都运转的很好。对，已经在运转了。对，好，是国家级的。对，然后特殊性工业区预定是45站。那45站，当然我们还必须等他们设站完成。目前我们晓得台化中科还在设，他如果设好了，我们也去 QAQC 过，没有问题，那就可以完成。好，我们当然希望明年度的预算能够要求全部做好。好，所以你们预期要整个施设完毕，这特殊性的工业区车站45站，明年度要完成。对，预期的目标嘛。对对。Okay。那大型的国营企业，大型企业像台电有50站，中钢6站，中油16站。好，那台电的站里面有一部分，我们要求他要换 data logger， 因为他用比较旧的传统的方式传输，所以这也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好，所以对于什么时候完成嘛？所以我们的目标一样，都是明年度要完成。明年度要完成。对。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因为刚才里面有跟我做这样的说明了哈。如果说你们都到明年度可以去完成，基本上我绝对同意嘛哈，也不会去再做任何删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这个有10000个智慧城乡感测站，还有10000个家，公民科学感测点，这个呢，这时间点，这个是我们的4年计划。4年计划。对，所以四年计划一定会完成。这10000，像空气的话就有12000点，水的话有1000点。你的4年计划是从106开始，从明年度开始。明年开始。所以就是到109年要完成就对了。对。好，那我最后再一个问题了哈，你们说有要搭配所谓的那什么，能源局的。不是经济部能源局在推的那些路灯，智慧路灯嘛？对，智慧路灯是你们的还是经济部能源局的？能源局的。好，能源局的，你们要怎么跟它搭配？简单说明一下就好。主要是我们的东西要有电哈，所以这个电到底怎么样处理，这个还要跟能源局谈。所以你们是把你们的测站，有的就测点就拉到。有一部分就拉到他们的路灯的地方，拉到他们的路灯去。对，测点把它拉到路灯去。对，因为对感测器嘛。对，你感测器都是台湾制造的。这个是政委要求我们的目标，尽量是台湾制造。初期的话呢，会用国外的去做试验测试。OK。未来的目标就是要接轨国际，那我们会建立一个认证中心，然后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确效。之后呢，会确保它的一个品质，我们会进一步的，再把它放在我们未来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所以还是要求有要求说一定要尽量台湾制造的，对，尽量都用国产。对，而所谓的尽量，对，是怎么定义？因为初期我们台湾的这个基础的元件感测元件的技术还不够，好，对，所以我们还需要国内的一个研发的量能，所以我们跟科技部跟科技汇报办公室。都有相关的一个讨论跟分工，那个科技政委也有责成科技部科技汇报办公室要来当一个我们沟通的一个平台。所以我可以这么讲嘛，他们是尽量要求嘛，台湾自己制造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们尽量没有做到，也是没有对你们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因为我们明年会跟工研院来一起做， okay。 所以我认为可以的话，应该就是通通国产了。通用国产的哈，但是我要提醒一点，就是说你们如果要跟那一个能源局所做的那些路灯做接的话，当时我们的政府也要求说一定要国造了，要国造，但基本上我的理解是没有这个样子做，嘿，到时候状况会非常多，而且现在已经有出现的品质恶劣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一种损害的状况，已经都持续在发生的。所以我是势必要提醒这一点，谢谢好不好？委员提醒。好，所以我不删也不跟你动，希望你把主决议里面把这段写得清清楚楚。嘿，谢谢。好，谢谢委员。好，那是改主决议吗？好，谢谢。
那117案是洪慈庸委员的这个提案，是有关新世代环境品质监测及检验发展计划的设备费，要冻结500万。有没有跟委员沟通好？我们跟委员办公室这边也特别报告过，那也感谢委员，愿意我们用专案报告的方式，就是每三个月就要提一次书面报告，三个月内提书面报告，三个月内哈，改组决议是不是？对，没有，对，就是，所以是动还是动叫动动是还是动五百万？动五百万，还是动五百万？三个月内提书面报告，是啊、哦，好、嗯，好，所以这个117案是动500万啊、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处理主决议的部分。那我需要请议事人员，118案，就没有意见就过。好好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处理哈。118案陈一鸣委员的提案有没有问题？行政部门知道哈？内容，文字有修改吗？达成协议是吧？哈，有陈委员点头。好，修改内容要递上来哦。修改后的文字请送上来好不好？然后第119案也是陈一鸣委员的提案，也同意哈，这同意哈，好，好，119案通过哈，然后120案，吴怡晴委员提案，我提案 OK 哈，好，好通过哈，好，121案也是吴怡晴的提案，没问题，好。然后再来是122案黄修芳委员的提案，哦，文字修改文字送过来了哈，好，已经修改送过来，好 ，OK， 来，再来是123案刘建国委员的提案，一二三有没有意见？有意见啊？苏委员叫来吗？有没有通知吗？有打了哈，好，来。招委各委员，那我想这一个刘建国委员还有其他的委员联署的，大概提到这一个希望我们将这一个云林林内焚化厂有编列它有时候在编列36亿7000多万的这一个钱呢不得再编列那这个部分是大概我们在鼓励公民营机构兴建。垃圾焚化厂推动方案里面大概总共里面有5座的焚化炉大概就是有桃园市有这个台中的乌日还有这一个还有苗栗的这三个厂还有这一个云林的林内，还有这个台东的这个这五座焚化厂，那目前这个前面刚讲的三座是正常的在运作，那我们基本上照这个我们这计划的这个内容我们是每分20年来摊体这个摊体建设的这个成本那就是分20年来逐年递减，然后呢来补助这个地方来这个营运它的这个焚化炉，那云林焚化炉这一座的话呢，虽然是在94年大概接近完工那后来在95年是终止契约，那目前大概目前在行政院事实上在今年9月12号也就这个案子也特别有协调过就是希望这一个云林县政府能够。先来进行这个环境影响评估的一个工作那部分我想这个预算虽然是编在这个预算书的后面，但是这个因为这计划里面有这五座的焚化厂所以我们会将这五座焚化厂的这个经费在后面的附表里面列出来，每一年都会列。那列出来以后呢，那我们在这个林内焚化厂这一座的话呢，我们有写到。到目前是没有编列预算来补助，但是未来假设云林县政府有需要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额度里面呢，来协助这个云林县政府呢，来这个
来让这个焚化炉呢可以来运作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经费，我想这个啊主体应该是在云林县政府啊。如果云林县政府他目前事实上也希望啊，我们协助他们做这个产权的转移啊。那另外就是这一个啊，转移以后呢，他们也要评估要不要去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工作，所以这时候这个案子就云林县政府来看的话呢，还是在没有并没有说不再新建的这种的一个动作，所以基于刚刚我们这个在整个计划的这种精神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钱势必还是要再做保留，然后那这个计划基本上是到116年啊才结束啊，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明，我们希望这一个我们希望这一个刘委员这边的这样的建议案呢，是不是可以免于删除啊？这个的这样的一个请求。那刘委员，主决议而已啦，不是删除预算哈。但是要您还是可以表达意见。哎，谢谢主席啊哈，这个事情，我想昨天也特别跟署长就教过了。那刚才稽查总队长当然也私底下有在跟我来做一个说明哈。那我还是必须要站在一个国家最垃圾的处理的个政策，好，是换了一个新的政府还是新的署长之后，有更具体、更有效、更好的方式来处理台湾的这个整体的垃圾，我想这个是我一直在追求的，然后我也期待这个事情可以跟环保署、可以跟稽查总队长，大家有一定的这样的共识，那朝向这个目标。台湾重启核实就是在1990年的时候就奠定的以焚化为主，对不对？掩埋为辅嘛，吼。那后来才有所谓编了将近1000亿，然后鼓励各县市去兴办这个焚化炉。那当时只有这样的背景没有错，不过在很快的速度之后，又不到几年时间嘛，又马上原有的36座，就减掉了10座。为什么会减？我想这个都不是稽查总队长任内，还是我们新任署长任内去做决定的事情，是那个年代的时候的环保署署长跟总队长评估之后，台湾的垃圾量并没有这么多，好、哦，足以盖了36座焚化厂来收这些垃圾，反而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执行出问题，所以才在很快的速度减了10座。现在正在处理这个。那减了10座之后，全台现在有26座，但是24座有在营运，有2座就是我们一直很清楚的，这几天媒体也询问过署长，署长也回应的一个叫做台东的焚化炉，另外一个就是云林的林内焚化炉。那台东的焚化炉很奇怪，好，他到底是走的什么样程序之后，哎，他叫做备而不用，然后环保署也逐年的在这一个未来的叫做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案件涉及政府未来年度负担经费明细表里面去做这样刚才总队长所讲的编列预算逐年给他嘛。那里内的焚化炉又为什么原因没有办法在这一笔编列的这么久的预算里面，他到116年就要取消掉了哦的预算去动资半毛钱？昨天的署长是答复我依据法律嘛，我跟署长提醒不是嘛，他可能是变更的一个执行的方案的内容，然后抱怨愿同意嘛。那我今天必须要特别去强调说，没有错，整个垃圾处理权责在地方，但是当时的背景鼓励的地方去新建焚化炉，抱歉是中央，然后把一线市一焚化炉的政策改变为区域焚化，也是中央，哦，然后整个执行上来出了问题，归咎责任在于谁？监察院跟我们讲是环保署，那钱又是谁编的？1000多亿，又是中央的环保署。那我们今天跟全国的居民讲说，拍谁？我这我都无在处理，这处理本身是地方的权利就对啊，的权责，所以我中央我这也无多，那也无多。啊！我中央若介入去斗协调处理粪水的时候，对哇，是我甲恁斗三工。啊，我无法度一直安尼斗三工累。我觉得不是这样处理事情的哦。站在中央很明确的把这样政策目标拟定之后，去执行去做修正，然后整个来都是在中央，没有错。那是以前的年代，那以前年代有做的错误，我想新的一个署长、新的一个稽查总队长，我们可以很明确的来做一个调整，
做一个修正，然后不会在整个处理垃圾的问题上经常会遇到模棱两可，还是我们不敢去公开讲，还是我们怕得罪了地方的议会，我们怕得罪了、什么、哪一方的人马，所以导致这个垃圾整个在处理过程里面经常会发生垃圾危机。今天不是只有云溪发生这种问题，其他没有施设焚化炉的地方还是会遇到这问题。我昨天很汗颜呢、我昨天非常非常汗颜，就是 我的私讯里面有一个曾经在云林县政府干过处长的人，他现在不在云林县政府了，他在别地方。他竟然讲说，中央环保署哪有什么权力来处理这些事情？中央环保署，好，如果面到地方政府的、地方议会的这样的反弹，哪有什么力道可以来处理？这本末倒置到这种程度，我没有办法接受。钱嘛，咱编的政策嘛，咱定的改变嘛，是咱迄啰干脆赶紧救起嘛，是环保署。那我们通通没办法处理。我今天站在一个预算面在执行的过程里面，我觉得一个预算从十年前编内，一直到在未来十年，这笔预算通通可能没有办法动支的情况之下，然后每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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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一个未来的编内的一个明细表，但这笔钱要动要执行，可能遥遥无期的情况之下，我当然会寄予新的政府，我当然会寄予新的稽查总队长，我当然会更寄予新的署长，有智慧有魄力来解决这个事情，而不是说今天台东的焚化炉，哎，你已经跟你建设摊提会已经给将近10亿的，你不能把它丢成文字馆，哦，我不能等中央不能应该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助你，由别的县市来焚化这些垃圾，你台东自己不处理自己的垃圾，我想这个逻辑上有本末倒置的。让我没办法接受的部分，所以我拍摄，我用较侪时间要把这个代志讲清楚。这个钱是咱编的，钱编刷掉全国24座焚化炉，我们中央既然没有办法有一个 power， 还必须透过委员会来修正相关法律，这法律到现在没过，啊，没有过，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整个做调度，整个要求24座的焚化炉应该怎样去协助。去执行一个完善的当时环保署自己建制的，像国人所讲的，像各地方政府所讲的所谓的区域焚化政策，没有人到现在没有人跟我讲这个。好，我只有听到的讯息就是说，这个你拿了钱，你就赶快营运，因为我给你的名称叫做备而不用，这个你就赶快去启动啊，环评，你启动之后，你开始可以试运转，你到时候可以开始试车。我这个36亿就给你。如果今天环保署还是用这样的思维在做这样的预算的执行的时候，这种钱就在这边的意义何在？这样的思维跟以前的政府、以前的署长、以前的总稽查大队长的思维有什么差异？啊，较早的该我都唔对伊啊嘛，啊唔对你嘛家己，人较早的政府家己嘛变巧，嘛改变嘛，对不？36做家己去检，无甲适当，都用半暝啊，唔知食倒位死鬼的环境啊！伊就马上36座，家己抬10座掉啊！唔知即摆台湾有26座，伊也4座哩用温，啊两座无哩胖，就是安尼尔嘛。那我们还期待说，什么地方要开，要让它营运，什么地方你要启动环评？我听到更让我气结的，还有人在希望在中部盖一个大型的焚化厂。中部的空污影响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要求国营事业。哦，要怎么样的减的那个焚化燃煤，烧生煤，烧石油焦。我们现在还在期待在中部再盖一个焚化厂来解决处理垃圾的问题，这不对嘛？过来，今天我看到的数据也是你环保署现金给我数据，24座可以焚化那加护垃圾量，哦，总偷的是450几万吨，哦，你还烧了什么？是一般。废弃物100多万吨，还烧什么事业废弃物也将近100多万吨，就通过加起来都要600多万吨。当时焚化炉是整个政策的目标，我没有立修机行，马没有立修机行，就是要让你烧加护垃圾，就这么单纯，就这样而已啊。那你已经多烧这个，也加多加这个，也没有委员特别去要求说你不可以烧那个，不可以接受那个，那为什么地方政府？有焚化炉的地方政府可以权限大到这种程度，可以不听你中央指挥调度，而且你们每次在指挥调度过程里面都会觉得自在难行，非常困难。你每年
你这个三十，像云林县政府这三十六亿，还是其他刚才出的总这一小总会长所讲的，你不是只要给他建设摊提会啊，你还给他操作会，营运期间混化厂所需的操作处理会，这里是党你要给他的啊，你不是一步到位给他的啊，你钱继续你给他，他会当无听你的指挥，无听你的调度，这是，所以话不管我今天会提这样主决议，这个预算放在这边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真的请总队长了哈，还有署长，是不是可以很明确的？我们跟以前绝对要不一样嘛，我们有更进步的思维嘛。好，我们总体去检查整个垃圾的焚化的政策，是不是应该在新的一个政府里面有做一个更好、更明确、更环保，好，更不会造成污染的这样的一个焚化政策？我觉得可以得到人民更多的喝彩啊！啊，为什么还要承袭那以前那很奇怪的观念，然后来跟我讲说，哎，这边挡，那边挡，那边挡，拍谁？感谢主席吼，用了这时间。谢谢。我知道，刘委员非常关注这件事哈。那，我也先让那个苏委员哈特别赶来哈，因为也对这个议题他也是非常关心，所以我给苏委员来三分钟的时间好吗？好，谢谢。那等一下我请总队长还有署长要来回复答复这件事哈。好，署长，你敢不爱起来？你不意思讲你不爱跟我好就好了。请詹副署长上来好了哈。副署长哈，第一个报纸上哈啊，针对林内焚化炉要不要启动环评？那么李县长公开讲说，有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为了财政的问题，一个为了云林县垃圾的问题。那么可不可以请问，环保署今年编了这个三十六亿，啊，为了明年要运用？是为了财政问题，还是为了垃圾问题？副署长，报主席书文，这个三十六亿其实不是今年所编的那个预算，不是。好，你不要跟我扯那么多哈，副署长。不管是不是今年编的，或是怎么样，政府的话，面对这个三十六亿，是要解决地方的财政问题，还是要解决地方的垃圾问题？那跟我清楚了，让逻辑混乱，是逻辑混乱到怎么样？我没有办法接受。是今天的话是两个立委哦，一个是在三县的，我是海县的，我们是单一选区选出来的立委，我们的民意代表度够不够？我民意代表度够不够？好，那我也看了刘建国立委在质询李应元署长的时候。署长的话，那靠靠想象的讲，啊，地方政府啊，尊重地方嘛，对不对？啊，意思就是讲，那尊重地方。那么我提醒署长哦，李进勇县长的任期剩下多久？剩下多久？下一届呢？所以你这条预算还要不要执行下去呢？干嘛给我编落去？如果解决云林县的垃圾问题？解决云林县的垃圾问题不能解决吗？署长，人家其他的县市的垃圾是出现什么问题？让它灰灰到灰渣嘛，对不对？啊，所以你云林县的垃圾你没焚化炉嘛，那你垃圾去人家烧嘛，那马上当然吸收解决人的部分的问题嘛。所以这本来就是站在互惠嘛，所以并不是没有方法可以解决，并不是没有途径嘛，是因为你署长怎么不爱好好教地方政府？你都这么巧，干不是？所以你这问题是怎样？你是在补洞吗？你在补什么洞？还是跟孤家关系特别好，对不对？孤家的财团的话，在台湾的话，包了那么多的焚化炉，根本不了，没有必要吧？是解决财政问题还是解决垃圾问题？实在是两个委员，站在环保署的立场到底是怎么样啊？两行方面来讲了哈。如果财政问题来讲，在一方面含民间已经拢无问题，在一方面完全是含分林管政府哈，因为那是分林管政府含
枪枪的关系，中央政府和枪枪一点啊关系都无。环保署的立场是什么？你是要解决垃圾问题，还是解决财政问题？地方的县市首长来找到行政院，我想素媛你当天也在场。你意思就是林权院长指示这笔款项，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透过说是林权院长指示你的吗？林锡耀副院长在那样的一个，那原来就是林锡耀副院长了。他当然是奉院长之命。我想素媛你在现场。好，在现场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在现场是林锡耀副院长。对对，副院长当然是替院长来做事情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道理。所以，因为你提示林权院长，我必须要说是林锡耀副院长主持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当然是有地方县市首长，尤其是执政党的县市首长面对的困难来找中央来协助的时候，所以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说你一定要盖现在想象中的焚化炉，我们说你可以用这样的循环经济的概念。好、哦，可以看生殖能源的方式，包括委员你推荐那个学者，我们是和他来联络。所以呢，哎，所以这一栋硬体，这一栋废墟，这一栋硬体，它还堪用的程度，你先拿后续计划上来嘛，那你就没有评估嘛？ 那地方首长为什么你环保署的话马上就走在前面呢？我让地方政府的话在地方报纸不断的披露，为了财政，为了院线的垃圾。中央政府，你叫立到他三十六亿处理。我讲你讲，三十六亿处理这个环保是全面性的事情，我就很感谢苏委员，就他有做明例的讲，你那垃圾去用修，咱来讲接受一寡社会措施。市长，我是提醒你、欸，如果你因为基于地方政府提出的需求，我已经再度的哦，再度的提醒署长哦。现任的李进勇立县长的话，只剩下两年的任期哦。这个部分，我想咱要尊重馆长，然后一起跟馆长，伊就是爱特别关心我代志。我要尊重选民，也要尊重两位立委。我尊重你，为嘛尊重馆长了？你更需要尊重是云林县的净水厂，好不好？我了解，我拢了解。净水厂，好不好？我拢了解，我拢了解。你拢了解，你今仔个安尼变，我当嘛知你了解。我了解够足深的嘛。咱嘛甲伊讲，你会使用这个循环经济概念，你会使甲这个物件、这个所在专业处理的对。署长，那后续计划为什么不线上来？区域，你要先审的后续计划。不，那为什么这个全是这样？这个全是你动车时，那就对着老刘一讲，过早中央政府拜托地方来做这代志，这代志要发生，万一未来需要有这个义务的时候，咱只爱便利的所在，不是我明仔载要给你，你无叫我，我无给你啊。你无经过，你无经过地地方的民意诶，这个诶处理，你台东不是同款啊？台东就是讲，伊完全伊接受错错错，我跟你讲，退还民是销售完全被使用，而且有产权。的话，你要跟台东的焚化炉的话，完全不一样，劣质本条件完全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那边我们云林县有净水厂。第二个，目前我们的环评还没有过、哦、高等行政法院已经撤销环评，哎，条件完全不一样，好不好？不只是环评，生长在不一样的父母、不一样的家庭，完全没有产权，完全没有产权，所以完全不可能给他。如果这件事情你所讲的事情都没有解决，就不可能拿到这个三十九亿。这很简单的道理就在这里，非常清楚。署长，你是要帮云林县解决环保问题，好不好？哎，他解决环保问题，如果这个解决财政跟垃圾林内的，如果他能够往价值观逻辑搞，他如果能够往生殖能源处理周边六七个县市的，譬如说树木类似这样的木材的问题。啊，那些 LA， 你们还有啊？那些 LA 西尊，赶快都是互惠的角度嘛。所以我们还是说，你中央陛下，等一下，他们当然了，这个互惠是我们条件之一。李署长，啊、谢谢。对，刘建国委员，甚至刚刚苏志芬委员，坚持或希望啊，未来不得编列，你们不同意，那我们就保留在交互协商了哈、啊。保留协商哈，因为这样你们有疑虑啊，好。那这一案我们有关123案刘建国委员的提案啊、哦，我们就保留哈、哦、协商哈、哦。好，那接下来124案刘建国委员的提案有没有问题？没意见就过了。哎呀，有修正啊？哎是。啊，124。对，因为124案。对，因为那个畜牧业的水污染防治费啦。那么受惠办法是在去年三月就已经发布了，然后明年一月就要开始上路要征收了，所以现在如果说要修改受惠办法，要从原来的7折要降为5折了，这个大概是没办法接受了，但是环保署这边我们会尽量找其他的这个经费来协助畜牧业来推动这个资源循环利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刘委员。来，那个
为什么要苛征这一个畜牧业的这些污水？为什么？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你简单说一下嘛，处长。我们收畜牧业的水污费，也是希望用来改善畜牧业造成的污染的，对吗？对，所以你为了就是苛这笔钱，要来改善这样的一个政策嘛，对不对？好，那我想很单纯，那七折跟五折，一样都是苛这些养猪户的费用嘛，对不对？从他的身上苛征来嘛，然后来做改善嘛。那原本就是要三年去执行，现在变成五年执行，把七、六、五改为五六七，是有什么样可以让你不能接受的，让你感觉到自然难行的？是你原本是三年要到这个目标，你现在变成五年到这个目标，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基本上景气如此。的这样的一个恶劣，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政策整个辅导过程里面是从今年初才开始，你预计目标是40家嘛，对不对？哦，那个、没有错吧？那个是这个早扎早育的推动，那是从去年底开始推动。去年底开始推动，那今年的预期目标40家嘛？你希望他们可以朝向混料资源化利用的整个这样的一个推动计划，所以到105年度十月截止，19家畜牧场送审，23家畜牧场复审，截至11月25日，已经有3间通过这样的一个资源计划了。预计105年底通过40间的畜牧场嘛，应该是这么说嘛？是，这都是你们给我的资料嘛？所以说我才讲说，一个我知道原本是有规划，就是3年内要到位嘛，现在只不过变成一个5年到位，也没有延长拖延。你马上要执行的时间，只是到位的时间3年变成5年，那为什么不可以让这些养猪户畜牧业可以非常非常的对你处长赞许有加，说你可以体谅这些人在整个经营上的一些困境，就拖个2年而已，对，没有慢执行。跟我们报告就是说，因为他是这个几折哈，哪一年可以打几折，这个是在。水污染防治会收费办法里面已经是明定的了，所以现在如果说要去修改，就因为这个办法是在去年3月就发布了，那这一年半来都是用这样子的这个法规在做宣传哈，那一月就是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一月开始就要上路要征收了，哦，不，我现在不是讲你办法定好，你袂当执行。你赶快叫执行啊，无改变啊。对啊，但是那个折数是在那个。啊，你折数讲很歹势，我当然是办法我定7折，但是因为我们经过辅导的过程里底，我感觉讲原本的3档第一年7折，我即摆变5档，第二年5折，赶快我预期目标当达成，会当让咱的土木业对咱的申请有一个感受，感觉讲这个政府袂歹，佫会当替咱的土木业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德政，这哪有什么？这不只不过是对办法商去做一个调整，安尼尔。环保署，你们具体的建议文字。我们因为有一个修改文字，但是刘委员征求刘委员的同意。对啊，但是还没有达成共识。没有达成共识啊。以下我先保留了。你现在文字都不是我要给这。好，跳舞业会当对你新的就，苏六，你先讲一下啦，苏六，这个这个七折差价两折，你不要到你家马上做决定。你看一下，嘿，这个本人有不同意见。对啊，好，怎么样？那是不是再协助一下？嘿，保留第二轮再来处理，你们再协调看看，124案，哎，好，你是真的124案吗？好，来。主席啊，各位委员啊，对于水污费哈，历年来的水污基金呐，大概有10年哈，水污基金是零编列、零收入。那我记得是在去年，我本人103年的时候做了决议了，在103年。不管他，但是我们在水污法修法的时候，还有在去年水污法讨论之前一再要求。不能够再零收入，整个基金都决定要依据要这个污染者付费，然后来以价质量，
的状况里面，我们希望是不是当初是说排除这个畜牧业。第三年开始征收了。第三年开始征收，所以我告诉大家，对于养猪的、畜牧的，已经优惠给他，再优惠了，优惠再优惠，给他三年的优惠了。那我对于几则我是没有意见，但是我是说要对小英政府有信心，因为我们的黄玉珍董事长现在也是为了做这循环经济，为了猪早弃。他也是在努力的在做，如果猪早弃这个循环经济可以做得成，事实上呢他就不用，他就污染的量会下降，所以也不用在这里一折两折斤斤计较。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呢从某个程度来看，对黄玉珍董事长有信心，他要回收很多的猪粪尿，他要去做沼气，那排放的量，排放到水体里面的量也会相对减少。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了，就是第一个，当初我们一再要求一定要开始征收了，当时就给猪养猪的畜牧的三年特殊条款了，免征，然后先优先从这个其他的去优先征起。那第二个就是现在猪沼气发电也是主流，未来这些会可以卖的，可以卖出去的，所以那个量也会减少，所以事实上整个对养猪产业的冲击我认为是有降低的。谢谢。好，所以先我们就待会保留让大家第二轮再来处理。刘委员还要再发言。谢谢主席吼，拍谢处长、处长，我都讲的真清楚了吼，有人要听无嘛无法度吼。如果这个案原本就爱执行嘛，啊执行就是恁就是分做三档要到位嘛，就全部就是征收完，就是征收的那一个比例，就是要三年内去做完成。那打折也是贵属贵处当时是研拟的相关办法嘛，对不对？那第一年你们是希望七折，那养畜牧业，但他们期待是希望五折，差这两件嘛。所以这应该苏丢你也当然做些决定，你三天也当到位，并果当也当到位，而且没有延后你执行的时间，这第一点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让你的智慧去判断怎么处理是最好的。第二个，你刚才我特别讲一个背景资料，就是说你们从去年度年底开始来做这样的辅导，希望推动畜牧粪尿资源化利用规划及推动相关的计划。哦，恁编一个400万，所以你到105年的时阵，即你资料你都话嘛吼，十月底杂志有19斤上信，23斤复信，到十月的二五有3斤已经有通过啊，三斤好通过对吧？所以你希望在今年的年底再有40间嘛，对不对？所以全国这些畜牧业而言，基本上包含未来的循环经济，包含的沼气发电，不是一个台糖说了算的啦。好，他所占的整个台湾的养猪户的比例是多少？这个你们可以做调查。就我的理解而言，还好而已啦。所以我是要干嘛讲？咱是站在环保署的角度，你的政策无改变，你要扣这条钱正确。但是你最主要是要用扣这条钱过来鼓励因，卖讲你底下有臭光光，卖讲污染嘛，对不对？所以你第一年才是40斤，咱希望会当更加多嘛。我其实我是要看到这物件安尼念嘛。实在是委员吼，实在你讲这经数几经这代志吼，这阿哥较细，实在是这政策啦决定啊吼，咱来一直拍折，就是让咱的这个政策的决心吼，会受到这个。不，处长，处长，因为吼，你是处长，这个要求这个，那你讲都唔对啦。你处长来的时候，你若要扣100块，我甲你讲唔好，你唔好扣100块，你扣20块，最好做拍折，安尼我唔对，对不对？你政策决定啊嘛。好、哦，这是等于你还未来以前，因就决定是扣迄个时间的结束。这结束嘛，不是阮讲的啊，嘛不是对一个委员才搞想的啊，嘛是咱的处长的地位去收出来嘛。啊，所以是第一档切阵嘛。即摆是都无个期待，讲你都搞辅导嘛，才较不个正年的时间。是不是当第一档五折？这五折是你准5、6、7、8、9、15档收较高。你是叫7、8、9、10。三档你要共收较高，都安尼尔。老刘爷吼，系啊，实在是即个养猪的即个协会吼，因有来环保署吼，我也经过两届了吼。我含面分享即个水务会爱开征，即个不得不
诶，这个原因还真没有，现在没有人有意见，因来了解了，因来了解，哎，叫安尼来做，所以安尼来公布遐施行细则，包括诶，这处长所讲迄个结束，对，啊，所以包括讲要来协助咱的养殖户来处理这代志吼，我想拄只处长拢甲你报告吼，所以实讲是，因为即卖来讲要改吼，原定将会初八开始的这物件，迄个照法律伊公布都爱六十天个，预告爱六十天嘛。一个六十天，你即摆都已经超过啊！好，是安尼关系啦吼。所以想讲，若讲你讲顶个月，安尼我伫裁量权内底法律范围内底，我感觉讲你讲安尼两件尔吼。安尼我当然过去讲讲安尼，我都爱个较紧全国讲也是咧，因为种种原因，我爱个改变。啊，即话物件就讲法律吼，我是希望讲事前沟通，啊，我是确实话含沟通啦，吼。所以拄则应该打电话，伊嘛歹势讲吼，足坚持啊，我讲坦白吼，啊，你要。你要替因清楚，咱民意代表替农民，尤其弱势者来清楚，我足了解。啊，所以过去咱委员会几啊届已经延期延两冬啊。那像林书委员所讲，安尼是。哦，无讲，迄执行完执行，吼，迄个延几冬，迄当然是过去。到即马，你要执行是无，迄是两件代志嘛。但是，我即马毋是讲叫你慢执行嘛，对不对？但是你都要执行就行啊，对，要行嘛，要行啊。但是迄个接受。第一步，甲你配合你的计划，咱搭配。好啦，老杨，我知你这时间性的问题嘛。你也可以吼，我来含业界沟沟通一下，好唔好？好，业界讲，好，我你可以沟通啊，好无？好啦，好无？你先保留，我来处理啦，好，好，谢谢，好，谢谢。那我们124案先保留，那接下来是125案杨耀委员的提案，有没有问题？接下来一直到132案都是杨耀委员的主决议，有没有问题？都同意嘛，哈？127跟132。等一下，127，还有132同意啊，其他的呢？其他是不同部门的。125、128好，不同部门哈。129也同意，然后呢？剩下126，126同意，那再来是130、131。同意哈，好就、啊、那全部同意就好。你们真讨厌，还要我一一询问。好，来最后133洪志勇委员的提案，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有文字修正是不是？好，文字修正已经确认了哈，洪委员确定哈。好，那我们就确认文字修正哈，133修正啊。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133-1林淑芬委员的提案。来，主决议，哎，有没有意见？这个他们有看过了吗？有发了哈。对，没有意见。哎，那个吴处长有意见，来。我们这案处理完之后，就先休息10分钟，我们再回来看我们刚刚保留的案子哈。好，来，海洋，哎。就是刚早上那个限制含塑胶微粒之化妆品及个人清洁用品的制造、输入跟贩卖，嘿，对，好，来、那個、这个案子。赵经理，还有各位，但我刚才也跟那个林委员报告了，但林委员也希望，嘿，对，希望能够按照他的那个决议来做了。那目前来讲，那个案我们是召开过。公听会，那现在我们也送向 WTO、哦、通报了嘛，因为要两个月的时间啦，那可能 WTO 可能到时候12月才会回复哦。但因为当时定的日期啊，制造进口是我们当时是限制在2018年7月1日这个禁止制造进口啦，那个2020年1月1日的话禁止贩卖，当时台湾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召开公听会的时候，当然两方意见哦，这个各有陈述嘛。因为所谓公听是听大家的意见嘛。那公听会完之后，我们会开这个协商会嘛。所以我想，当时就是署长在最近两天的这种答询啊，也都提到嘛，希望能够这个提前哦，也提前到半年至1年的时间嘛。我们是说这样可能会比较有那个一个我们在因为未来可能面临到。可能一些法制作业啦，我想我们尽量能够找，我们尽量来找，这是我想我们的期待嘛。那当然，那个是不是能够委员能够同意啦？那就是在那个我们研议的这个草案实施日期，能够提前半年至1年来实施，这样子看这样的字眼。好，来那个苏文委员有，
各位委员哦，我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哦，我们八月底啊，台湾就预告了禁用塑胶微粒这个政策，然后也定出时程。但是韩国是九月底，韩国比我们还要慢，但韩国是2018年7月。就不能之后就不能再贩售，而我们是定2020年了哈。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以18个月为作业时间了哈，明年2016，后年2017，足足2年的时间。明年2017，后年2018，即便他宣称的需要18个月，虽然我不这么认为啦，18个月的法制作业也足够在2018年年底以前完成。那韩国是2018年年中，所以我们期待我们卫环委员会的委员，就是说，虽然这是环保署的这个业务，但是我希望我们卫环委员会可以支持，我们至少要在2018年年底。那至少到现在还有26个月的时间可以作业，是2018年年底，好不好？2018年年底完成。本来我们是亚洲第一啦，现在变成韩国亚洲第一了啦哈。那这个 WTO 的压力也很小啦，那事实上是跟美国也都同步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谢谢。好，可以哈，并于2018年底起啊，不得换卖啊。这样子，年底起哈，好 ，OK， 我们做这样文字修正，就这样通过哈。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我们待会回来把我们刚刚保留早上保留到现在的一些案子，再整个做整理之后，再审查下面的这个局的哈这个业务哈。
好，我们继续开会，我们把早上保留的案子一一再来看一次哈。我们从第四案开始啊。第四案是洪慈庸委员的委办费的部分，早上是保留了，不晓得。主决议都处理完了，等一下第二轮呢？嘿。哎，哪来的？还没，对不起，还没开始，对不起，还没。要，慢慢一步一步，我把刚刚的公，然后再回过头第二轮啊。这现在第二轮，我想把早上的把它，因为。你应该先处理我们后面的主决议的啊。哎，什么意思？我们。我们下面是毒物局的啦，我想说等我们把前面的整个本部的预算处理完，再回来到这个毒物局这边来处理，这样可以吗？你要哦，你就为了后面这几样，我就是怕这后面几样把它耽搁，前面都完全没有进度。你确定要这样处理？我想说欸，因为前面的其实保留案不多啦，所以我想说很快就可以处理完，哎，而且刚刚已经给行政部门跟委员很多沟通的时间了，好不好？就是因为对，主决议133/1了，嘿。对啊，那增加后面没几案啊，争议很大，所以才想说等一下再。后面不是主决议，哎，后面是预算的审查，哎，后面都是预算喽，嘿，不是主决议。才2、4、6、8、9案，所以我们应该很快可以把它整理完，好不好？九案而已啦，很快。好，因为刚刚已经请行政部门跟委员们都沟通了，哈，我就尽快处理，好不好？好，要删的就删了，哈，我们就快一点，哈，好。来，第四案是洪慈庸委员的，有关这个委办费的部分，是不是有协调好了？有多少？赶快来说，赶快来说明。九案赶快处理。起先是说，要10%的哈，我们现在有在沟通了，希望说能不能够减为5%，减列5%。对，冻结5%，冻结5%，洪委员同意吗？哦，35%冻五%，没有35%，原先没有要删嘛，哈。有啦，有原来有上面写30%，哎，嘿。哦，那都是实际需要的嘞。那个是全属各处室的啦，哈，是怎么样？能不能够就动5%？动5%，然后35%，好，35%动5%，不要啦，不行了，因为很多计划都有预定，动5%，你们都没有协调好，哎，一直在努力，这是环保署对外的委办案嘛，哈？对。洪委员，你跟他动多一点，那不要删，嘿，让他们就是要有解冻条件才能解冻，可以吗？不行啊，很坚持，哎，嘿。好，还要动用到署长上来说话吗？还是删了，刚那个洪委员是说减5%，然后动5%，全部是5亿1300多万。5亿5%都可以了。动了好不好？动。好。您全属的，全属的委办会啊！哎，我一那个3%起来是未少了哈，真正足善家的一个部会哈，那无保留党团协商了，来党团协商了，真正来一定啊，真正无多，
好不好？好，保留啊，不冻结，冻结十分之一的，冻结十分之一。你总共五五的是十分之一，好不好？冻结十分之一的，好不好？保留协商。好，那个好，谢谢。洪委员说要保留协商。好，谢谢，谢谢，谢谢。保留协商，好。好，那接下来是十六案，刘建国委员的案子，有关产品碳足迹资讯接入服务计划这部分，来管考处这边说明，会前已经跟刘委员办公室这边已经确认好、沟通好，三五十万，三五十万是，刘委员 OK 哈 ，OK 好，来，再接下来是二十五案。二十五万是陈莹委员，这有跟委员沟通好了吗？主席还有各委员，那这个部分，陈委员早上要的资料，我们先跟矿务局要提供。那刚讲动十分之一啦。好，动十分之一，好。哦，好，来，这个动十分之一，好。接下来是三十三案，李彦秀委员的，对啊。哎，三十三案是原来是35万2000，你要全数三减列，33。一百四十三还没到那边呐，143还没到那边。本署的不是，先处理本署那个是化学局后面。哎，你是讲哪一栋哪一件事啊？133。那个是主决议啊。主决议哎，请看到33案。化学局还没到了。我先因为剩下9案，我把它处理完了哈。如果觉得不会不会不会，我们早上已经讨论过一轮了，应该不会很久。你们为环保署就阿莎里一点，好吧？33是不是？是33案是，包委员是那个关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啊，我们不是讲好了吗？20万吗？320。包委员早上委员是说30万，先30万，对，好，30万，10万咋办呐？咋办呢？是吗？删掉十万，OK， 好好，可以吗？30万，好，好简单，因为真的早上都讨论过，所以有共识的。好，再来就是37案到38案39案，删了10万，这合并要处理的有王玉明委员跟是不是？因为他就说要保留，嗨，好，那这个37案是。王玉明委员是建议多少？要全早上有协调好吗？而且那个37案早上是说冻结二分之一嘛，哈。是。然后38案，李彦秀委员这边，因为他要减列200万，我们觉得太多了。好。所以这个是。大象上面。但是他这一案在那个，因为。但是他这一案哦，他经费来源，他是由这个国家湿地保育计划的，不是。我不是跟你讲好了吗？来，讲什么？38嘛，对不对？对，37，你的案子是38，原来说要减200万。早上讲的时候是说这个可能要送朝野协商了。啊，要送朝野协商？哎、欸，不要来，就减200啦，减200。这900万减200真的太多了啦。100啦。动200啊。动400啊，这个有啊，有，他们没有那时候，减150动一半，减一百五，那早上是说那个动的话是动到这个行政院哈。150，不动哈、哦，好，不动，然后37、38、39，动减150，好、哦、是吧？37、38、39，就是希望就是不动，嘿，希望不动，哎、欸，那个王蒋委员 OK 吗？对，减150，然后不动。好，那我们就这样处理了哈。好，37、38、39，然后再接下来是47、48，
陈颖委员跟李彦秀委员，这个永资源永续循环利用推动计划，这个有没有协调好？好，来说明一下。那个赵局还有各位，我是会管处处长吴胜忠。我想那个因为四七四八案哈，这个一样的那个提议啦，就是删那个2680万，然后冻结1亿啦哈、是。那是不是可以容许就是看这两个案看一起这个结果啦？因为我们有跟那个陈颖协调好了没？陈颖委员有跟他协调，他是这个改成冻结五分之一啦，冻五分之一。对 对, 對啊，因为这个案会涉及到四八案嘛，那。假如说动五分之一，假如四八又动五分之一，那整个都，而且那个钱可能也都是补助地方的哦。这个是不是？陈颖在，好，陈颖委员在哈。哎，四七四八四九，动五分之一。嘿。不是一起啊，一起四九是一起的案子。好，林委员是动五分之一啦哈，那是不是一起都动？这、就是三案，好，动五分之一。彦秀委员可以吗？这个部分，哎、欸，三十四十八，四十八，也四七四八四九，来，你看一下你的提案四八，有关资源永续循环利用推动计划，好，我们全部动五分之一，好，就，哦，你刚刚不在哈，所以我们都保留嘿。这个是资源回收再利用的部分哦，资源回收的推动计划。那我观察你们后面补充给我的资料，就是各县市争取的一些补助的预算哦。那我觉得补助的方式其实就是等于是未来署长给各县市的资源怎么去做分配。我觉得裁员其实这几年其实非常的辛苦，那可以少补助呢就尽量少补助，因为回过头来你们有剩下的经费还是可以做更多的活用。所以我的建议是还是要酌一些三减，要不然三减五百那我就不要动啊。你不动？我不动、啊、好，那其他人动五分之一，所以等于是决议这三个案子是减五百万，动五分之一，对，都补助钱啦，一动好了。对 ，OK， 好了 ，OK， 无动好，对了 ，OK， 好，但是全数就动起来，好 ，OK， 来，我说明一下了哈，四十七案是冻结五分之一，四十八案是三减五百万，那四十九是也是同样是冻结五分之一，好，四七跟四九合并哈，动五分之一，好，那接下来是请大家看到六十二案。也是李彦秀委员因为不在哈，所以保留哈。来，六十二案，虽然哈，我仔细看了一下你105年度跟今年度的补助哈，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这个是做地方加强基层环保建设的补助经费，但是我看到你包括。各县市环保局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怎么会是用我们这个补助？包括防尘网修缮工程，澎湖县的，然后还有帮台南市买 N95 口罩，这个就有一点补助的实在是太腐烂了。我这样讲，你没有意见吧？我跟委员说明，这不是 N95 口罩，什么助烟剂，台南市的，这个都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要做的。花莲县的花莲县的，你说新城乡掩埋场围篱修缮工程，这就是花莲县环保局应该做的事情。我不反对这笔预算，但是我觉得你给的实在是乱七八糟。委员报告哈，那个防尘网大概就是一般都是台风过后以后，然后呢被这个风吹毁。你如果说是加强台风灾后。环保建设的，你要去协助救灾，我也没有意见。但是我觉得，虽然你有补助要点，但是我觉得你实在是，如果你要这样补助，各县市都会跟你要，那你怎么给？基本上像今年来讲，就是像台南有发生地震，那地震过后以后，很多的灾害的事情就要。需要灾后各县市都会要啊，不是只有台南要。我的意思是，我看你这个东西，你给的实在是太腐烂。包括 N95 口罩也在帮忙买，然后
包括台东县焚化厂修缮的专案委办计划，这个也是我们在补助。我不管蓝绿县市，我这样一念，我都觉得说，我实在看不懂你是在补助什么东西。基本上，它大概就是有天然灾害的时候，第一个用途大概天然灾害。我刚才讲的，你这就不是天然灾害啊。第二个可能就是这一个啊，你防城网的修缮怎么会是澎湖县云林你还有地磅管理室修缮，这都跟台风没有关系啊。你又跟我讲台风灾害，这个又跟台风没有关系啊。所以你这笔预算我就不知道说是你私底下在给各县市分配资源的，是不是？你完全没有照你这个补助计划来去执行这项预算。所以我都觉得我给你给的乱七，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给，跟你比较友好的县市你才给，或者是你有一个补助要点，你实在是没有办法用这笔预算说服我，都很想把你全删掉。怎么 N95 口罩跟登革热也跟你有什么关系？ N95 口罩不是有另外的补助预算吗？或者他环保局他们自己应该编列啊，或者是台南市市长应该用他的特资费来去处理这件事情，怎么会用这笔预算来处理呢？你这笔预算原来的主旨是要做什么？在去年的时候，大概那个台南市跟高雄市的这个登革热疫情非常的严峻嘛，那这时候那要台风登革热所有包括流感，你要不要也补助各县市买流感的口罩？N95是环管处说明，对，对，这一笔经费是大家都可以用的经费，对。像我们可以减列多少？那个叶秀委员是建议减列1480万，怎么样？可以执行吗？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然后在我们的那个整体计划来减多少？是，你希望减多少？啊？500好不好？500了。500了。应该是好好处罚你们。这里哈，好140哈。不啦，其实吼，我就一直讲环保署。没有被开了。今年的台风吼，你知道多少地方要去救类似的东西了吼？但是台几千吼，基本已经含未完的差几个盖吼，我不爱个差，后来就签了几千。3000万，好。在那个。在加强基层建设那个项目来减1000，在基层，等一下，在哪一个项目？加强基层环保建设这个项目，这个部分是不是？加强基层环保建设这个向下要减1000，好，减1000万，好，你们自己调整了哈。是，好，谢谢。好，接下来是71案到73案，也是李彦秀委员、还有陈颖委员跟洪慈庸委员。刚刚没有协调完成哈，所以是不是有具体的协调的结果？来71案，彦秀委员的是71案，然后陈颖委员的是72案，都是有关于温室气体减缓策略规划及推动。你们还没有协调好，刚保留没有？还没协调啊？刚刚已经提供资料给。有没有具体的结果啦？没有具体的结果就要跳过了。洪委员之前是建议减200万，哎，好不好？三个是不是就共同减200万，可以吗？那个彦秀委员，好，减200万哈，好，一起哈，减200万。好，我们71、72、73号三案并案是减200万哈。好，接下来快结束了哈，来再来是不是80案？你是有问李彦秀委员？我有啊，我也问你这边也没有吗？我刚刚说陈，好吧，来陈委员，哎，您改组决议啦，你这样有改组决议，改组决议了。他这边处，好，好，不好意思啊，哦，就，好，
好，就是有关火车的部分哈。好，好，反正这项减列了200万哈，然后那个陈英委员是主决议，好，那再来是80案，有关，还有来，啊是哈，所以还没有，还没有，是，好，好，那。哎，不要这样子讲啦！我刚刚是漏洞，我刚刚是三个委员一起念啦，我三个委员一起念啦，哈，只是，好，另外一个乔姐，安尼我因为七十二案先保留啊，哎，你们去协调，好，来，剩下80案，好，80案是那个洪志勇委员的这个旅运费，哎，刚刚跟那个洪委员这边协调，就是减7万，减7万，是。好，可以哈。那再來最后了，就是刚刚的那个124的主决议案，有关那个刚刚是什么畜牧业的，跟是不是跟刘建国委员协调好了？文字有没有协调好了？124案，对不起，124案，没讲啊。好，你十分钟去讲，拢无去讲，有讲哈？啊，无共识。不恭喜，安尼继续保留。他124没共识。124没共识。就交给。好。好。好。72跟124没。有。我们照你的提案处理。如何？那不然一二四要保留咯，是先保留。好，好，那我们还是继续保留。好，那我们有关本部这个环这个环保署本部的部分已经处理完毕哈，有两案应该说两。好，第四案也是保留协商。啊、哦，然后123、124，啊，那陈英委员的案子还在协调中，哈、哦，还是先暂时保留72案，暂时保留，哈、哦。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处理，这个我们接下来有三个部门哈、哦，一个是化学局，一个是环境检验所跟环保人员训练所，我们可以从简单的先处理完毕吗？好、哦，因为那个环境检验所跟环保人员训练所应该是很简单、很单纯呐、啊。好，从都发局又大又很多。好，有疑问保留是吧？好，有心理准备哈，来开始，那就从那个化学局开始，毒物及化学局开始，134案到138，啊，一共有6个。啊、哦，都是毒化局的。好，134，就吴坤义委员、陈曼丽委员、林静怡委员、跟陈一鸣委员、跟王玉明委员，哈、哦，这个有关毒物及化学局的部分，吴坤义委员。我想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内使用的化学药品有7万多种嘛，哈、哦，目前毒管处管理的才300种左右，那所以相当多的化学药品在外面这样的广泛使用，那避免它进到食品或是民生用品。来维护我们民众的安全，我想化学局的成立是非常重要。好、哦，那越快成立当然是越好。好、哦，越快成立。那目前环保署提出来的毒化局的这个组织法呢，我个人相当不满意。那我们修法呢已经复委，所以会一起来审。好、哦，所以一起我想应该这个会期组织法应该会同意了，所以会通过。那目前也跟毒管处处长哈有相当多的讨论，那就是他会朝好我们应该国际上的毒化学物质的管理局的方向来规划来做，所以我个人是同意。所以目前跟他讨论结果就是可能酌量我们350万啦哈，那由毒化局这边来看调整会计科目，那请他提出主决议来。好，那我
我们就不冻结。那陈委员曼丽姐这边也是请我代为发言，所以我想目前这样子做，希望毒化局尽快成立来做好国内化学药品的管理，这方面真的是非常需要，也请大家一起来支持，谢谢。好，我补充一下，刚还有陈颖委员138-1陈颖委员的提案哈，也因为刚刚没有宣读哈，好，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委员有要表达意见的？来，陈委员。主决议啊，350再加主决议。好，谢谢主席。本席其实在昨天问候委员会已经有针对这一个毒物化学局的设立的，就是有争议的部分，已经也跟我们的署长有交换过意见呐。但是本席非常不满意的就是说，你们都没有进步了，而且提供的资料都不完整了，整个的那个组织的编制又一直在改。那在这边呢，其实我觉得最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你们在编这本预算里面，你们要买设备费要买到将近7000万，可是之前我看陈洁如委员，上一届的陈洁如委员，他其实也在你们的这个决议里面也提到说你们什么2014年度在你的那个设备费就编了4900万，2015年度还要再投资5950万，到底是买什么？有无必要？其实它是针对你的毒性化学物质灾害防救的体系，你编了2亿1700多万在上一年度，然后它就已经有针对你们的设备费来提出质疑，一下子说这104是4900万，105是5900多万，那你到了106，你又在还编了7000万，所以我也觉得说，其实在这部分是有点夸张了哈。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你们有在你们人事的编制里面，你说你现在是有13个人，你现在你一年里面你要到73个，你每一季你要增加15个，所以4季增加60个，原来有13位，总共73，我请问一下，原来的13位是从哪一个单位移过来的？谁可以告诉我一下？真的是非常感谢委员会啊，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哈，也感谢陈委员，因为陈委员是在医疗方面非常专业，其实是更重视健康，所以求爱之深则之切了哈。但是这个13个不是医疗啦，不是医疗啦，我们健康，我现在讲的不是医疗，我知道。但是这个化学环境污染到最后就是，我也是毒物的，我也在做 toxicology， 就最后就是影响到人的健康。是，就说这个13个人先讲，我们这个人事王主任在这里，我们先从署里面的环管处的2个科移拨过去。对，这第一个。第二个，后面第二阶段的那个环管处有多少编制，多少人？是不是那个王主任讲一下？环管处目前是有4个科，对，目前移拨的是其中2个科是办理毒化物相关的，那其他2个科跟环境用药有多少？其他2个科的部分，它是办理环境卫生相关的环境卫生饮用水等相关业务，跟化学局的业务是相关的。所以你这十三个人是2个科要编过去，这2个科是负责什么业务？是负责毒化物管理法的相关业务，还有环境用药的业务，这2个业务都已经有编到化学局的执掌里面。好，我了解，谢谢。那给委员报告。另外的，我们为了要让这个化学局的成立能够更加的顺利，赶快来回应社会的期待，有关配合食安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全署里面有化工、环工背景的人，也征询你愿意到化学局的，这样大概有15个人左右。14个啊，我现在差几能也忘，我当然也可顶的，但是知道有这样的数目。再来也和现在考选部在讲未来的高考，就这方面的人才啊，这个就是吴坤议员在讲这个部分。我知道，可是这个都还都还没一撇嘛，连那个高考要禁用的那个项目跟那个人员的都还没有。那个是长期的哈，但是这中间我们就说，这样的署内的署内就有大概将近30位。署内就有将近30位过去嘛，所以另外就是我们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化学、化工、农化的专家，我们先用这个叫做聘雇的那个专业人员好，他没有公务员资格，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没有办法，因为专业人员需要这样做。谢谢。那你们整个的这个当初环管处的预算是有多少钱？3亿
有没有到两亿多？说明一下，对不起，我没有掌握这个。两亿多嘛，对不对？有到三亿吗？是，跟委员报告，原来环管处的预算里面有三亿，那部分，但是你现在做毒化物的部分的，做化学局你就已经要到六亿七千万，这不是膨胀了，好、一倍啊！给委员报告一下哈。而且你的人员的禁用是每一季才禁用十五位，我觉得在这部分你人事费在第一年不会花那么多钱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这边要编那么多，很多人都要从你原来的环保署要移过去。你刚刚署长讲到要移这个三十个人，要移什么？对，移三十。那你这样子变成是乾坤大挪移，变成是你环保署里面就空很多的位置出来，那些人你是要聘来做什么？那个、这样子不是在糊弄我吗？不，因为环保署有大概九百位的人力嘛，在这个人力里面，我们就以说你现在有这个专业的，因为他总是同属的人，他的文化、工作习惯、默契会比较好，所以让这整个有三十个基本人力来到八十个人。这样子，这些人移过去，你环保署的预算并没有减少、啊。那个部分你要再补编呢？当然，因为这些人补编，但是你的要做的项目要做的职务的执掌，你必须要很清楚啊！当然，移来移去，这变成一个堆物，给陈委员说明一下，变成是你的一个可以 shoveling， 可以在那个经费人员在做 shoveling 的一个机构啊。那这样子的话，公务体系一个萝卜一个坑，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啊！不，陈委员，公务体系六亿七千万里面，你们有一半都是委办呢。这个是这样的，有一半是委办计划，为什么要挪那么多人过去呢？委办就没有，就三十个人，因为你外面我后面还有很多的检查、督查，对，勾稽，你很难想象嘛。督查的应变是有这么多人要移过去，又为什么要六亿七千万？有一半的预算都要委托外面的单位来。我这个要从我们业务来说明的哈。业务嫌疑，因为你这边说，三百多项的毒性化学物质嘛，就说这些物质的登录，那为什么增加到这些物质的登录？不就是你们自己管处的科里面可以做，但是你现在又要委托到外面办理，这个业务量哦增加到三千多种哦，这第一个。第二个就说如果这样子，委员要确定说你的这个三千多种是真的都会登录，那这个不只是登录，请你再把资料送给本席做。可以。好，对不起，我要再说明一下，就是你们现在委托外面在做的是不是一家叫做环资国际公司？来，请你们的网页的这个的那个那个是依照建制，还有你们现在的登录也都是用环资国际。请问你们跟这家公司的关系是什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直接公开招标，他得标的。这样子，从民国103年就开始，就是这家公司在帮你 maintain 这个东西。你知道他资本额有多少吗？这家公司资本额有多少？有多少员工？然后你在这个计划书里面，你就编了六千万要委托他去做这个登录的事情，不是委托他做里面一年大概，如果是说以登录的业务来办的话，环资那你自己有人为什么要找他做？不是因为应该开始纳税人的钱自己省下来啊。目前的人力他还要必须有一些在职训练，那种业务是非常复杂。我哪天跟委员做一个专案报告。这家公司是你们白手套吗？不是，我想不是。对，那为什么一定要绑标到这个地步？而且一年六千万，他的资本额登记也只有两千万呢，拜托好不好？只是在西门町中华路的一家小公司就要承接你们业务，连你们自己的网页都是他们在帮你们建制，那你们自己的员工在做什么？这个给委员说明了哈，这个如果说有绑标，我们就移送法办。哦，这个很简单，很单纯，而且绝对是公开的是，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这个是你们的机构，对不对？说明。那你们不委托他做，你反而委托这个环资国际有限公司在做。是，我们的环资会，我想，我们因为现行那个所谓采购法的规定，还是必须要公开招标。对。但是我们有鼓励开始的时候公开招标，然后不让我们自己的基金会做，然后要让外面的人做，让也到底这个姓罗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环资有限公司姓罗的这个人跟你们什么关系啊？你最好搞清楚哦，不要在这边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哦。我想不会，我们都依照政府的采购法办理。那如果这样子，应该是你们的人自己训练自己做，为什么要委托出去做？然后你有那么多的人，你编制了将近七十几个人，将来说还要增加了150个人，像这种 long term 的长期的业务都要委托外面做，那你自己的真的给委员说明了哈，包括你所有委员昨天说的哈。
进口的这么多的各种化学物质，其中有一二三四啊，各个部位有的，但是就有一项叫801的。署长，你不要以为我不了解这个东西啊。对，没有用。你想想看，癌灯你知道吧？国建署的癌症登记，癌症登记是委托我们台大工卫学院在做的嘛？癌灯一年的经费多少钱？不到1000万呢、欸。你说癌症多不多啊？这么多的癌症，全国这么多的 medical center。这么多的地区医院，全部的癌症的资料要登记，不过就1000万，就已经执行了。你说化学药品，化学药品，我才不相信真的要登记这么多。听说你们叫他们登记，外面的公司都还要他付钱呢。不只是这样，委员哈，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 conspiracy。委员哈，你们一定要很小心的处理这一块。你的提醒，我告诉你，你们民进党的委员陈杰如上一次质询过这个东西了。谢谢你，我不过就是 follow 他的东西继续质询。谢谢。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浪费纳税人的钱，6亿7000万呢、欸，拜托好不好？不就是为了要去奉承这个小英的意志，因为他选前讲要什么十安委员五环，所以你现在就一定要成立。哎、欸，拜托好不好？不是这样的，光是一个长照局也没有成立呀、啊这个啊。长照局重不重要？长照局当然重要啊，林权也讲说要用长照局啊，请你让我把话讲完好吗？不要插嘴。今天在国家里面，在行政院的组织机构里面，200多个机构都是在那边等着要成立长照局，或甚至后来 evaluate 之后也取消。你今天这个毒物化学局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成立？法都还没过，编制都还没过，你现在就预算就编出来，6.7亿里面一半以上的预算全部都是委外。我刚刚指出来，不过就是冰山中的一角。我今天要说明的是，包括刚刚其实吴坤玉委员也提到，你们甚至还要去找考选部，还要才要去做这个什么特别的高考的项目的规划。那如果这样子，为什么不规划好之后，然后再来设立呢？到底在急什么？哎，拜托好不好？小英就是要再选，也是4年后的事情啊。他要竞选，他要兑现他的竞选诺言，也不是说叫你们要这样胡搞瞎搞啊。我今天其实是在帮执政讲话、啊。谢谢。我希望你们钱要花在刀口上。现在国家是财政困难，有这么多的可以成立的机构，这个机构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个处在处理，也是在委外办理，你为什么要急着在这个时候成立？好，让我说明一下好吗？你看看这么多的委员在看你这个案子，不是只有我在讲这个。当然。今天其实刚刚的这里面，林静怡委员跟我一样，也是全数冻结。好、哦，全数冻结。我们不是说不让你去做这件事情，而是你要好好的规划，你要按照程序来走。好，不是这样子贸然的、匆促的成立，而且这样子其实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好、哦，谢谢哈、哦。那个招委，我是说明一下哈。哦，这个真的是很感谢陈委员啊，我们多位委员的一个指教哈。这个如果说过去的案子有任何不法，只要委员啊来垂询，我们可以来检查都没问题，甚至我们要请检调来调查，我全力支持。好，如果说过去有这样的一个不法的状态，我们都来处理，这是一个过去的。好，但是我们希望处理。这是你说的哦，我说的。好，我负责。那你环资国际，你就好好给我查一下，然后给我一个报告。我请郑峰市好，必要的时候移调查局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这个在我们的任内，郑峰市有没有人来？郑峰市有主任在那边，有主任在那边。站起来，叫什么名字？有主任，尤国斌啊。好，尤主任，请你记下来。好，没问题啊，没有问题哈。我们这个该做的事情该做，但是一定要向大家说明，食安问题已经好几年了，它不是未来才会发生，它已经发生好几年了，而且呢，这个是跨党派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每一次发生国食安事件，就是几百亿国家的名誉受损，那么多物品下架，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曾经有那么的一次哈、哦，就是在我们大概4-5年前发现说，其中有57种化学物质，很多是食品添加剂，没有任何一个部会管，所以我们现在的新的这个化学局。就把它就这个部分，我们有送给每一位委员哈。如果说还委员手上还没有这资料，请再补送一次，好不好？这个，有8种是毒性化学物质的管理法可以处理的，有49种是非毒性化学物质管理公告的化学物质，其中有4种是没有任何第一阶段的化学物质登录资料。这个资料不只是名称，把它毒理
好、哦，要你这些要来写下来，因为委员也是专家，我写那干单供给哈。那譬如说，其中有45种是输入量或制造量100公斤以上的，就是需要来处理的话，其中呢有5种，譬如说吊白块、二乙基黄，我很快的讲一下了，好不好？因为这我知道，好不好？所以这些这几项呢，是目前相关的机关都没有资料的。哦，所以类似这样过去的缺失呢，我们把它补起来。那那譬如说林淑文委员讲说，进口的其中801扣的完全没有机关在管，我第五类我们就承接了，就是类似这些跨部委的合作的事项里面有一些漏洞的，我们把它承接起来。那这些需要有专业的人。对，我当然想我同意这些东西。好，谢谢。可是我昨天在质询的时候也有就教于你嘛，我就跟你讲，你们成立的你们。在民国104年通过的毒物化学法里面，这些东西就没有在你们那个管理的范围内，所以那个时候我昨天我就说建议你要先修法嘛，你要先修法，让这些项目能够列入到你的管理范围内嘛。你还找你们法务部的人来糊弄我，这些东西就是没有在那个管理范围内嘛。Q&A 上面都写得很清楚，你们有一个毒物化学中心登录的 Q&A 就想说这些食品添加物、香化妆品的东西、农药的东西，这些都不在你们的登录范围内。你如果要登录这边，你要来挺身而出来做东西，我非常的欢迎。但是要先修法嘛，法都没有修，你怎么登录呢？我们这个一半，对对，我们发给委员的资料里面，我告诉你了，一半是现在做的事呢，就是漏洞越多了。我坑你了，我们堂哥讲啊啦，实在是吼，你应该讲，因为一半是你来的做的吼，我你叫你冻结一半，我们是用，然后你说我们没有法律，千万我们是在本期已经可以很。对你已经很宽待了，因为你这个已经既然有把你的原来的毒物处、毒管处已经挪出来，你原来已经没有编毒管处，但是在第一年的预算，本席觉得说你必须要 ready 才能够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本席是建议3-6千万，然后呢就是冻结一半的预算，等待你所有都到位了之后才可以解冻。以上，谢谢。所以我回应一下了，因为这个新设的机关它必须要让很多的人力物力要到齐，所以在逐步的在这样的一个有限预算是这样 来处理的，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先这样报告让所有委员讲完我们再一起来讨论。刚陈一鸣委员的建议就是动2/33-6千万嘛，是这样的建议。好，那还有王一鸣委员要发言。主席大家好，我想关于这个题，这个毒化局的成立哦，为什么那么多委员有这样子的一个提案？那我想比较大家比较着重的是在程序上的不完备，这是最关键的，不是在于内容上没有。我想没有任何委员会去反对今天成立毒化局，然后对我们这一些毒品的这些化学物质加强管理，没有一个委员反对。今天大家在讨论的是。整个环保署你们的程序的错置，你们在法令没有完备之前提了这样的一个预算，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们的人力根本不可能，若按照署长刚刚的说法，你们不可能一步到位啊！你们所谓建制的80位人力是一个科，你们不可能在年底人力全部到位啊！明年开始执行这个预算啊，没办法。如果按照这样子的，你们刚刚说你们是一批一批招哦，你现在人力在哪里？人都到位了吗？你们所有履历表都到位了，80个人都到位了吗？没有吧，署长，你刚刚不是这样回答？现在就署内先30位，好，在30位左右嘛。对。那这中间，我们向委员报告了之后，我们就开始。你知道今天已经几月几号了吗？我们就开始招考，11月今天是10月9号嘛。所以你从现在开始招考，你现在人都不知道在哪里，你还说1月1号。我们因为很多的事项，包括法规，就是我们这些比较内行的。署里面的人法规的建制、哦、那个工作程序流程的建制、哦、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有督察总队啊，我们有检验所，这个都可以支援。我们的检验所就是说，如果这个化学药品搞不清楚的，我们送到我们的检验所来处理。我们说要去查这个厂商他的所有进口的毒性化学物质还是化学物质，它的总量，它销到哪些地方流向，这些呢，我们可以和督察总队去处理。督察总队就是大概有300个人左右。署长，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6亿多的预算，你的人力是不是以满额80人，从明年1月开始编制下来的预算，是或不是？
是，这个包括说明年绝对要打折扣了。那本席可以在这边宣告，绝对要打折扣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的预算大概要砍掉不少哦。你不可能明年1月1号是80个人的人力来运作你整个毒化局嘛？看起来是准备不及嘛？来，我请我的原处长还有人事主任说明一下哈，补充哈。我若讲错，更正一下哈。跟委员报告，在人事的部分啊，那其实化学局的原额，你这6亿，你这个6亿多的预算，你80个人是不是从明年1月编到12月？哎、欸，是，因为他预算原额是编了80个人，那所以说他的预算明年的预算原额，他的人事费是编是从是编明年的人事费这样子。好，对，那我请问你，明年1月会80个人到位吗？哎、欸，不会，所以说就是原则上就是因为我们要让，因为要机关成立之后，我们才能够正式去招募人员，因为现在没有这个机关在嘛，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能对公告外部，所以说明年 连法案都还没审过哦。刚刚其实吴坤委员还说他对法案内容，不过跟委员报告，你们的组织编制都还有意见哦。暂行组织规程已经发布了，所以说其实暂行组织规程，那你不能对外招募的情况底下，你的人怎么到位？所以我们现在已充满了矛盾。刚署长已经有报告了，我们有随同业务移拨13个人会先进去，然后另外明年1月1号，所以你缺多少嘛？你一月明年1月1号还，明年一月一号至少会有30个人在里面。对啊，那你差50个人呢、欸？那你编的这个预算，你编的那些薪资，你这样子太奇怪了吧？五十个人你编多少？你告诉我50个人的人事费多少就好？委员了哈，你我的家委是虽然医生鬼，我的家委对在招考，人事是人事讲清楚。50个人大概人事预算是多少？你讲出来。人事费编列6500万。50个人6500万，是一年嘛？对，我们人事费的部分编6500万，还是八十？那50个人会占掉多少？一个人大概是100万嘛。嗯，对，所以说大概就是编了60个人左右。所以说已经不是完全照80个人的编制去编，已经考虑到这种用人分阶段禁用人事费实际的核实编。那你说你一月只会到30个人？对，可是我们一月之后，只要机关成立之后，我们就立刻开始对外公开招募，不管内生外补这些程序都可以进行。其实很快就可以用进。那多久可以补到？委员啊，这很专业。你拿我收款，我真紧就招满嘛。啊，这我当然要编得足。不用我就交等国家嘛，啊，我来正月31，我就人就够侪，署长，对不对？署长，啊，预算不是这样子编的呢，预算不可以说，预算不可以说用想象的，然后说他是用这样做得到，所以我一定要60个人，反正用不完我就送回去。不是60个人用12个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再这样子让环保署这样预算过关，其他部会抗议啊！我告诉你，不来，你逃多，其他部会的状况是我人到了，我要做事情，我钱还不够。你今天是说我人没有到，你钱先给我，没有关系。是编制不是这样讲的，当他说我们编制是80个人，有的是。来做11个月，有的做12个月，有的做10个月，总和平均，王主任讲讲，以60个人来编这个预算嘛，我觉得这样是很合理。委员最主要是这样的哈，这法令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组织法是送进来，现在已经都哦，下个礼拜都复委嘛，包括几个委员的提案修正的东西，我们都觉得非常好，我们都表示接受，愿意来把它纳进去。这第一个，第二个，当组织法没有过的时候，本来中央。那个法规，那个机关组织的基准法的36条，就这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这样做。现在问题还不是主计处有人，我说请主计处的。现在问题还不是法令没过的问题，而是你的版本连委员都有意见，还不知道你的组织架构长成什么样子。我们怎么可以轻易让你这6亿多的预算就这样子一毛不删，然后也都不动就过去呢？这说不过去吧？是不是可以请万昭伟来排一个专案？我们专案说明整个编制，法律。这个整个过程，因为这样的话吼，比较能够这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你现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你现在给大家看到的状况就是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而国会也还没有经过实质的审查，而卫环委员会刚吴坤委员说他对于你们的这一个组织架构是有疑虑的，他还有意见。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们编这么大笔的一笔预算，然后就要我们一毛不删、不能冻结，然后全部通过，像话吗？要冻结，我们可以了解啊、哦。要冻结，要鞭策我们可以了解哈、哦。绝对不是说不能够冻结，但是这个案子我们真的是很认真的、很认真的在处理哈、哦。我最好的协商了。所以王委员是建议冻结一半哈、哦。好，那还有陈莹委员也有新的。补充提案是要31亿动3000万，陈议员有需要有没有要发言？
要不要换？就是有关化学局的事。1380。啊，没好 ，OK。动三亿。动三亿。哦，对不起。哦，动三亿，对不起。哦，啊，对对，我以为是3000万，对不起，三亿。好，好，那看起来我们化学局这个整个总预算好像大家意见还有点分歧哈。那好啊，下面的要不要先看一下小细项的部分？对细。对，细项先处理好不好？因为那个是大项，不然会整个等于都没有删掉哈，没有删到它。好，来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细项的部分，139案到139、140、141。杨耀委员的139案是改主决议啊。那林淑芬委员刚刚在哈，他有提到说，针对这个1亿3500多万呢，扣掉人事费之后动500万。哦、oh, ，OK， 好，那这个洪慈庸委员这边是建议减列70万 ，OK 吗？好、哦，减列70万的部分 ，OK。我们刚刚有个委员报告是说减列35万，因为他那是水电。哦，水电费用哈、哦，可以吗？可以啊。啊，谈50的减50啊。好，减50万哈，好，那接下来也是，不是小的先处理，因为那个是一个成，大的就可能没有共识，可能就要交协商啦，嘿，那你等于说都完全没有删哦，嘿，等于说到时候会完全没删到钱，嘿，好，来再来是洪慈庸委员的部分，是中国企划的部分，减列500万，刚刚跟委员报告是说350万，删多少？350万，好。好 ，OK， 来，再来是两案143、144啊，各都是李彦秀委员的提案。好的。3500。好。啊，车子哈。虽然才63万，嗨，5000。几台车呀？这几台车哈，是因为哈，它还没有正式挂牌。那如果是临时编制的单位，照理说就不会编这个车子了哈。署长，你很清楚哈。当然，我可以下个组，我可以删一点啦，三万五啦，给你60。但是我要下一个主决议，你如果没有升格，你没有正式挂局的话，就不能动支这笔预算，好不好？可以吧哈？好，就这样主决议哈。好，这样很好。来，那就。143是减500万，减大象，嘿，大象，毒物化学局危害防治这个部分大象，嘿，好，好，那所以刚刚就这个化学局的这个预算哈，6亿7000多万啊，因为各个委员的数字没办法有没办法超越协商，因为下礼拜就复委嘛，是。其实大家对于好，我先帮你说明一下了哈，因为我想大家对于那个主席程序上，这个机构根本都还没三读通过，不是吗？对，还都还没有三读通过，为什么要去审预算呢？给委员说明。我请问署长，对这个机构是就是那个刚刚我讲基准法第36条有三读通过了吗？不是，条例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当行政部门对于重大的政务、临时性的重大的政务，行政机关可以用暂行规程来。通过这个预算来推动这个政务，这是第36条、哦。那我们现在的相关的机关里面，其实有35个机关是用暂行规程的。好、哦，就所以这个都是有，包括北美事协的都是在运作的，都是有这个机会。没关系，它就是令法令，令就行政命令部分。我可以请行政总处来说明吗？可以，可以。这个部分刚还是主计总处可以，他还没有成立，为什么可以来编列预算？可以请主计总处来说明一下，好不好？主计总处的协助说明一下预算编列。为什么可以？还有人事总处是吧？好，两个单位都来说明一下哈，给陈委员他我们委员会报告一下。程序的完备还是我们各委员都非常关注的。好，当然，来，请那个报一下姓名，好，谢谢，来。好，主席、各位委员、主席总处代表陈姓名，就是有关化学局的预算这一部分呢、哦，那回归到预算法来看，那预算法的92条是有规定哦，就是依组织法令设立的机关才可以编列预算。那这里讲的组织法
令，就是包括组织法律还有行政命令。那化学局呢，它的成立呢，目前呢，就是像刚刚署长说的，它是依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第36条的规定呢，去订定暂行组织规程。那这个暂行组织规程呢，那也有经过行政院的核定设立，所以目前化学局的设立是依这个暂行组织规程来设立。所以化学局106年度预算的编列，原则上是符合预算法第92条的。那请问一下，如果是这样子，为什么在预算书上面还有105年度的预算呢？105年度已经行政院已经核定了吗？跟那个委员说明一下，原则上106年度讲话是要负责任的哦。这上面在人事的编列预算就有上年度的预算哦。哦，那是做比较，那个因为他新成立机关哈、哦，有2块预算，一块是原来的业务处移过来的预算，那他们因为新成立机关有新的任务，所以另外一块是救援方面的一个预算，所以原则上都是106要执行的预算，只是他们业务扩增的。那刚刚委员说的那个旧的那一块，应该是原来的业务移拨过来。好，原来的是20个人，现在是80个人。刚刚那个你们人事室的又讲说，80个人是有按照什么循慢慢编列，可是6500万，80个人哪里有写到？这上面哪里有写到说是逐步增加的？那根据你们自己在前面的第二页，好，你们在人事的，你们在人事禁用的预算原额说明表里面。法定员额你写73人，然后每季要增额15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的人事费就应该根据你自己的规划来做调整嘛，来做编列嘛。但是你没有啊？有，没有啊？你上面就是直接就是写80个人6500万呐、啊。对，除起来每一个人每个月的月薪就是6万块啊。报告委员，当初我们的预算送到行政院的时候，行政院主计总处在核给我们预算额度的时候，就是按照刚刚我们在预算上面表述的，我们是逐季禁用。好，以这样子的计算的方式，所以在43页上面你没有备注啊？对，我们，但是我们实际上在明明是73个，你前面写80个、啊，就是用这个原则。问题是你在前面第二页你原额写73，你在后面这边写80，前后就对不起来啊。这都是你写的啊。跟委员报告，80。化学局的预算员额80个人，73个人是职员，所以职员就是有公务员任用资格，另外还有7个人是属于聘用人员，加起来是80个人，是在中间的地方。所以行政院在去年九月，今年9月22号也有核定了，我们化学局将来的预算员额就是80个人，是就是编列人事费的员额。对，那其中73个人是有任用资格的职员。每一季的禁用写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每一季的禁用是根据我们人事作业还有业务的需要，我知道，但是你要算出来啊，我看不出来啊，你上面没有写啊。这个我们你就是将来在报告的时候，我们会再补充说明。是，所以你这个预算书应该退回去重新编啊。数字就是都不拢嘛。这个其实应该是属于实务上的用人的情况啦。通常预算书一个新设的机构怎么可以这么这个样子？什么叫做实务？这是第一单位员哦，请教来拜托你那是第一年呢？对了，都、就是你要在新的机关你逐步扩增嘛。啊，这钱无浪费嘛，吼！啊，头拄仔就讲吼，在280人内底有60个人诶，这个额度嘛，吼。前言不对后语，逐步扩增也是你讲，上面写每季增补也是你讲，然后要从你的环保署里面调人30个人过来，一直要调过来也是你在讲。那这个到底你们是要怎么样去做？代级损失当然由近而远呐、啊，近就是我环保署本来人嘛，吼！我是安尼啦，委员，真正拜托。给我们一些时间给你专栏报告，真详细，你帮我找寻，我真详细说明。我们做事情真功夫啦，不是青菜讲、哦。所以包括这整个的架构，怎么未来怎么做、哦、包括我们林芬这个、啊、法规长和你的办公室嘛，真说明讲那位修法的七之一。好，我们就是在协商。好、哦，好不好？没有关系，协商。好、哦，谢谢，谢谢。好，好，谢谢。那有关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的。预算看起来还没有办法有共识哈，那我们就交付政党协商哈，那我们保留交付政党协商。好，那至于刚刚的细项的部分，我们就刚照从140之后就照刚刚的一个决议来执行哈。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处理税那个环境检验所的预算145刘建国委员刚有改成主决议哈。好，那杨耀委员的部分，减列200万，对哈，对哈，减列200万，是怎么样？是我的提案哈，是，没有，今天不处理基金已经没力气了，对，我已经快疯了啊！还有个主决议。对不起，毒化局，不好意思，我已经都疯了哈，我自己的提案都忘了。好，对不起哦，刚刚有关毒物化学局的一个主决议里面，不好意思，本席自己本身有提案，竟然忘记了哈，因为我都忙着在主持会议，根本就忘记，所以没有，我就主决议了哈，那应该是有看过才对了哈，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最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在6个月内能够提出整个毒物化学局的相关的管理办法管理法来做修正了，因为这个才是根本的问题哈。好，这个，然后接下来。好，不好意思，我自己都错乱了。文字有修正，来给我文字修正的部分。哦，时间有稍微改是不是？好，106年7月1号前哈，好啊，那我们就照修正的文字通过哈。好，那对不起，那接下来就是杨耀委员的146案科技发展的部分减列200万哈。是。对，没问题哈。那147案是吴坤玉委员的，这个有没有协调哈？有。改主决议是好、没有哎、不是吗？吴坤玉委员的147哦，147是一样减列118万，减列118万，然后148改主决议，改主决议、OK 好，149那149主决议哦，149改主决议哈，好，那再来150也改主决议哦，不是、啊、不是林淑芬委员有149之一，还有149之一，好，149之一他要动200万，对，但是动的科目是改生物检定，环境生物检定哦，环境生物检定哈，动对有动200哈，哦，都协调好了哈，好。那再来就接下来就是环保人员训练所啊，就是刘建国委员是改主决议啊，好，好，那我再回头一下好吗？因为刚刚有关刚陈颖委员那个72案哈，我们就改主决议，内容也跟行政部门协调好了哈。好，那个陈委员 OK 哈，72个案不是72，那再来是124还。刘建国委员的那个主决议还没有协调好，还没有嘛哈，所以继续保留啊，124哦，哎，继续保留送协商啊，保留送协商啊，无你今仔无爱做，无爱处理，无爱做算，好啦，协商好，好哈，你甲伊讲好啊吗？好，那我们124的那个主决议还是保留哈，协商哈。好，那我们今天的今天先处理到整个环保署的公务预算哈，就审查完毕。哎，文字怎么念？来，对不起，我还有一个主决议的部分哈。好的，从哪里开始？我们。主决议要念呢，还有主决议要念呢。刚刚的一些主决议哈。那个对耶。主决议点嘛，再来点这主决议点嘛，就把主决议。哦，我们已经改主决议的部分要先。好，有关相关的这个主决议啊、哦，要做宣读哈、哦，我们请宣读同仁可以简要的宣读哈、哦，那简要他有困难哦。对啊，这样会有困难，还是主决议还是要全部宣读哈、哦？那我先预告，就今天不审基金预算哈、哦，所以。可能相关人员可以离开的就先离开哈，不然耗在这里。好，那主要的部门还是留下来几位首长留下来了哈。好啊，我们委员至少要有一位留下来哈。第19案，环保署编列经费办理施政方针、施政计划、公共建设先期作业。图书室采购、消费者保护、人权保护、性别平等及。
第十九案，环保署编列经费办理施政方针、施政计划、公共建设先期作业、图书室采购、消费者保护、人权保护、性别平等及替代役宿舍修缮，本署主管离岛建设基金及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补助计划审核及督导事宜等综合企划例行工作，为使预算使用效益提高，环保署应落实监督预算执行，并提高工作成效。第三十五案，水体环境水质改善及经营管理计划的执行范围，除河川水质改善外，对于海洋污染防治也应予重视。尤其今年发生几起海洋污染事件，在事件发生前后的环境资料，对于后续的处理处置更显重要。请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应重视海洋污染防治工作，对于雨水质监测结果应定期公布于网站供民众查询。106年对于补助地方政府之海洋污染防治相关计划，亦应积极推动办理，于核定补助后会整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40案及41案，106年度环保署编列加强基层环保建设，向下推展水污染防治及流域整体性环保计划环境保护计划，奖补助费编列4亿6550万元，其中行政院审议国家湿地保育计划编列第一年经费900万元，补助设置且获选为国家重要湿地之保育等工作，该计划尚未经行政院核定，是行政院核定计划后使得动之。第57案，加强基层环保建设，建构绿能永续新世代垃圾处理计划，相关预算应于计划经行政院核定后使得动之。第58案，未来环保署执行建构绿能永续新世代垃圾处理计划，应参考邻近国家相关技术及经验，以提升盐液焚化厂处理效能。中央并应预控垃圾调度权，积极推动垃圾处理区域合作机制，建立互惠互助具体措施，签订区域合作行政契约，以建立长期稳固之合作机制。第64案，云林许厝分校的迁校议题，台化与彰化县的对抗，高雄大林埔迁村等事件，环保署有责任做好空污管理及监测，应积极检讨相关空气污染排放标准，落实整体有害空气污染物管理及调查工作，以避免对民众造成健康影响。第69案，我国现行二氧化硫空品标准是小时平均值250 ppb，日平均值100 ppb 及年平均值50 ppb。 虽近年来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大幅改善，1994年全国年平均值为 8.07 ppb， 去年已降低为 3.13 ppb， 远低于年平均标准 50 ppb。 不过美国在2010年修正二氧化硫空品标准，将24小时平均值140 ppb 及年平均值30 ppb 取消，但增定小时平均值75 ppb， 相较我国标准是加严3倍以上。二氧化硫为常见的空气污染物，会刺激眼鼻，对哮喘患者及慢性呼吸系统病患者的健康影响更为明显，其对健康影响主要是短时间暴露影响较显著，故美国增定小时平均值，台湾每小时平均值与美国相比过于宽松。考量二氧化硫主要影响为短时间暴露，环保署应提高二氧化硫标准浓度标准，
并同时检讨其他空气污染物浓度标准，于106年上半年前完成空气品质标准修正，进一步保障民众健康。第72案，国际间已有权威之国际铁路联盟推动制定铁路车辆之各项国际标准，其中有关废气排放标准部分 ，UIC 系于西元2002公告 UIC 6241排放标准，并陆续于2003年公告 UIC 6242。2006年公告 UIC 6243年及2012年公布 UIC 6244条文，供业界依循。为改善环境空气品质，环保署应参考国际最新铁路联盟标准，并于4个月内订定公告我国内燃机铁路列车排放标准，并积极协调交通部，针对目前规划中的采购案应符合前述标准。第77案，云林县湖山水库未来以供应云嘉地区民生用水为主，在104年年底完工，105年七月开始供水，至今都105年年底了。相关的水质水量保护区、水库及水区都尚未规划，源头的清水溪及桶头堰也都未进行水质检测，恐将造成民众水源使用上的疑虑，请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会同经济部水利署针对湖山水库清水溪及桶头堰现行及未来水质监测规划进行研商，并尽速针对湖山水库及桶头堰水体水质进行监测。第99案，106年编列经费推动低碳垃圾清理及补助地方政府更新垃圾车计划案，104年核定补助130辆，105年核定补助89辆，请环境保护署妥为规划，协助各县市政府办理老旧垃圾车全面更换为低碳垃圾车，并每季定期向本席报告各县市更换数量，以提升垃圾清运效率及维护操作人员安全，并专款专用该项补助经费，落实低碳垃圾清运工作。第100案，有关106年度预算，相较105年度预算3580万3000元增加，包含办理研讨会、研商会训练及督导地方政府加强办理海滩环境清洁维护等费用一项，请环保署于106年度运用该预算部分经费，协助离岛地区加强海岸环境清洁维护工作，并适时请学者专家督导地方环境卫生改善，以提升环境品质。第104案，为办理列管重要施政计划追踪管考、风险管理、施政绩效评估，为民服务品质与推动重大环保公共建设及考核地方环保机关绩效等需要，编制相关管考作业规定、报表、资料等工作，请专家学者参与列管计划、施政绩效自行研究计划评核之出席费及资料审查等管考制度之管理、评估、研析、规划及推动等业务，每年皆编列高额预算，具体内容与效益未臻明确。环保署应加强落实各项环保事务之管制考核作业，以确保施政目标之达成及施政效能之提升。第107案，环保标章产品抽验比率不足，为维护环保标章之公信力与权威性，请环保署提出书面资料，说明强化环保标章产品查核之精进做法，及106年度较105年度提升绿色采购金额20%为目标之做法。第108案，依据立法院106年预算报告，环保署106年度管制考核及纠纷处理
04公害纠纷处理与鉴定经费编列346万6000元，而05公害纠纷损害赔偿事件之责任裁决经费编列109000元。根据环保署年度裁决书查询系统，近五年平均3件，南台湾公害事件纠纷并非罕见，显见环保署在推行公害纠纷处理规划不足之处。查环保署公害纠纷处理资讯系统，其网页设计简陋，资讯揭露不足，相关程序说明应简化图表，并印制相关文宣于地方县市窗口提供索取，方使民众能维护自身权益。环保署应做成书面报告，严拟上述改善之具体精进作为。第109案，为加速整合全国各空气品质监测资源，以强化各类监测资料流通运用，满足基本的空气品质数据需求，环保署应完成下列事项：一、国家级测站全国76站的设置说明应加入环保署公开资讯网页；二、另于105年12月31日前将加入地方环保局测站26站、工业区设置测站45站、大型事业自设测站72站，共计219站之资讯整合阶段性成果送委员会；三、所有测站应参考日本环境省大气环境监测网页，规划不同的表现方式，对交通及各类型空气污染数值规划不同的表现，规划不同的表现方式，以呈现各种污染源贡献，修正网页呈现结果。第116案，空气品质监测站资源分配不均，整个北区的监测站就有25处。监测站工业区较多的南部县市，如六轻所在的云林县，固定站仅4处，空气品质监测并非仰赖空气品质监测站，请环保署尽速完成219站资源整合，以强化各类监测资料流通运用，满足基本的空气品质数据需求，并请环保署推动环境感测物联网，设置空品感测点，应朝国产化为原则，引导国内相关产业研发创新。第118案，经查环保署系负责空气污染调查及管制事项，另查卫福部国建署业务执掌，包括社区国民健康之规划及推动事项、国民健康监测调查之规划及执行、国民健康监测调查资料之管理及加值运用等事项，有关进行居民做流行病学调查，涉及尿液与血液检查等，需结合居民健康资料做医疗资源，宜由卫福部国建署办理。有关南高雄小港、林园前镇及北高雄左营、南子、仁武与大社等地区居民做流行病学调查，请卫福部办理。有鉴于高雄悬浮微粒与臭氧两项污染物均超标，每逢秋冬 PM2.5 更屡屡违达危害标准，要求环保署进行整体性之健康风险评估。第122案，据行政环境保护署今年度预算编列，运用临时人员、劳动派遣、劳务承揽等非典型人力合计200人，在组织再造之过程中，机关整并、业务移拨等，可能造成人员不足，非典型劳动力的确是足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政府机关若持续用非典型劳动力，可能碍于机关长期的运作，各机关应定期评鉴所属人力之工作状况及正式员额，以及非典型劳动力之比率是否适当。行政院组织改造迄今，透过员额评鉴等方式检讨属业务萎缩或超出可设置员额规定之结余人力列管出缺不补，并提出及研议各项控管措施，要求各机关核实检讨结余人力之有效运用，以精简超额预算员额。
环保署函所属超额人力占比偏高，在业务大幅委外情形下，能运用相当数目非典型人力，原建请行政环境保护署一落实超额人力之检讨与转化运用，提升人力资源运用效益。133案，我国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已于去年7月1日公布施行，建请环保署于2016年底前提出具体之温室气体减量方案，向立法院社环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第133次议案，美国、韩国已在2018年全面禁止贩卖含塑胶微粒之个人清洁用品，我国环保署限制含塑胶微粒之化妆品及个人清洁用品含牙膏制造输入及贩卖，草案规划至2020年才全面禁止贩售，根本缓不济急。原要求环保署应尽速进行塑胶微粒之海洋污染调查，并于2018年底起不得贩卖含塑胶微粒之化妆品及个人清洁用品。第134案，毒物及化学物质局业务执掌应针对国内使用之化学物质，根据风险加强管理，以预防与降低化学物质产生之危害风险，以符合国际化学物质管理趋势，而化学局执行之推动相关专业的业务，弃需专业人力，包含毒理学及风险评估等的投入，应尽速检讨由国家考试方式禁用的之规划，请行政环保署于3个月内针对化学局加强化学物质管理短中长程之架构与禁用专业背景征才之规划，提出专案报告送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39案，有关毒物及化学物质局预算行政事务工作及办公房设装修等经费，该将依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组织条例第22条规定，以法律定资，于完成立法前，先依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36条规定，于105年9月22日，院授人组字第10500543962号函核定毒物及化学物质局局暂行组织规程，其办公处所为国有财产局国产局拨用大安会馆，供毒物局使用，于执行相关修缮与整建时，其整建幅度与规模需以最精简使用方式妥善规划，遵节使用经费，避免浮边疑虑。第144次议案，环保署为因新设3级机关，暂定名称为毒物及化学物质局设立，提出毒物化学物质管理法的修订草案，于106年7月1日前提送行政院，应修订为包含一般化学物质的管理规定，也应加入有食安疑虑的化学物质的管理方式，除了对毒性化学物质的严格管理，也应包含对于有食安疑虑的化学物质的国内产量、国外输入量、流量及流向的掌握及稽核。第145案，2009年，行政院引进关键绩效指标 KPI， 要求旗下部会建立可用数字管理的 KPI， 改变长久以来公务体系都用文字说明预算达成率来表述绩效，以及采用关键绩效指标的重点在于反映施政重点。原建议环境检验所应明定检测方法及检测业务量之目标及达成率，并将执行成果报告送本委员会。第148案，106年度预算环境检验科技发展3办理水体环境污染建设调查及物联网应用研究开发括户河川流域污染源受体模式推估研究，本年度预算数
714,000元，原河川流域污染源受体模式推估研究计划，应以特征污染物之污染源为追查重点，强化监视技术为主要工作重点。该计划名称及执行工作内容应适当调整，回归检测技术与方法建立之专业。第149案，105年度预算仅1,3,8,086,000元，106年度大幅增加，较上年度增列房屋修缮等经费505,000元。经查，相关硬体增建之妥适及增建规模应审慎，为监督执行单位预算，应将实际运用经费、工程发包情形及施作结果等执行成果确实发挥预算效益。第150案，有鉴于环保专业训练经费近年历经几次删减，104年度相较于100年度，减列47%，环保署训练所训练业务规模有逐渐缩减趋势，原建请环保署训练所未来应配合因环保政策的临时需求外，另外加强与地方环保局合作及针对需求性高之短期课程，新增训练班级，提高容训率80%以上，以发挥训练机构最大效益。第六十八案，环保署于103年1月23日公告，应符合室内空气品质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场所，并至103年7月1日生效，应符合室内空气品质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场所，应于104年6月30日完成室内空气品质维护管理专责人员设置，于104年12月31日订定室内空气品质维护管理计划，105年6月30日前完成第一次定期检测，环保署应尽数公告应符合室内空气品质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场所，对于未纳管之小型场所，并应加强辅导改善，以改善室内空气品质，扩大对民众健康之保障。宣读完毕。好，已经宣读完毕哈。我们主席这边也要宣告，我们中华民国106年度啊，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环保署、环境保护署的主管预算公务预算案，业已审查完竣，提报院会处理。院会处理前需交党团协商。那有关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主管的预算有关基金的部分，另择期审查。委员有林维洲、王玉敏、陈欧博，还有徐贞卫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书面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2周内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